长江后浪推前浪，古法养生一起浪。本节目由古法养生潮牌古力多大气冠名播出。有枸杞更好一点，听相声更乐一点。感谢哎，有枸杞更好一点的湘潭铺子枸杞槟榔联合赞助播出。德云相声逗你笑，穿搭高手帮你挑。本节目由直播购物平台蘑菇街 APP 赞助播出。乐在有度，乐见更好。本节目由一亿用户的信赖之选分期乐 APP 行业赞助播出。人文科技豪华 SUV 沃尔沃 XC60 一路守护安全出行。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本节目由好喝不上头的燕京优巴畅快助兴。本节目由坐不住的年轻人斯凯奇品牌指定赞助播出。话说呀，这德云有女，姓郭，名铁锤，相貌不凡，他可是没人追。你要问为什么呢？嗨，还不是遗传了郭德纲那张嘴吗？不过今儿这日子可不一样啊，这郭班主呀要招赘女婿，于是乎啊就上演了这么一出九子求亲的真爱试炼。那么说，谁又在这场试炼中能印证出他是个好男人呢？这铁锤大小姐究竟能看上谁呢？今天是什么主题？听说这期很热闹，有一点忐忑。咱们这节目不是一个相声主题的节目吗？怎么那么神秘呢？七七有黑布，七七有黑布，二四六八九个箱子。哎呀，这姑娘嘴还挺大。别说话，你怎么就知道我是姑娘了？你害羞什么？你太帅了。真的吗？真的，我不看外表，我看内心。你根本就看不见。我要问你问题了。如果你的女朋友问你一些送命题，你会不会觉得无理取闹？她不会问送命题的。为什么？女生就会问啊。可能我媳妇是个男生吧。啊，女朋友生病了，给你发微信，我有点不舒服，你会怎么办？我也有点不舒服。你怎么能这么对你媳妇儿呢？你说呢？你说呢？怎么你也变身了？我以为就只有我有呢。你来这儿是干什么的？我是你的男闺蜜，这期的男闺蜜，咱俩应该形影不离的在一起，今天好吗？但是你凭什么做我的男闺蜜啊？你会做女生的朋友吗？你懂？怎么这样啊？Hello， 女嘉宾对男生进行灵魂拷问，现场30位大众女生对答案不满意，则选择灭灯。灭灯超过半数以上的男生将立刻被黑衣人带走。心动测试结束，将有一位男生成为女嘉宾的心动选择。打开腾讯视频 APP， 首页搜索德云逗笑社，更多新鲜视频独家花絮等你来看。每天一瓶古力多，养颜蓄力我看妥。每天一瓶古力多，养生相声多欢乐。天生丽质难自弃，古法养生万人迷。古力多邀请您观看德云逗笑社。小谷，谢谢小谷，谢谢谢谢谢谢，我要这个。
那我要这个。谢谢小谷。啊，他是小谷。对，你们喝不喝？喝吗？送给你。您坐，您坐。哎，这儿，这儿，这儿。哇，身姿好妙曼。那张文化呀。Hello。Hello。你的声音好粗犷。我要开始问您问题了，废话不多说了。你要问什么？如果我和你约会，你等了我两个小时，因为我花了两个小时化妆，你会生气，你会怎么想？我不会生气，我的女朋友花了两个小时，我觉得为了更好更美的展现在我的面前，我为什么要生气呢？我的意思是素颜不好看是吗？我觉得她素颜和化妆都好看，因为她在我心目当中都是完美无瑕的。哦，你的嘴很甜耶。这样的人不能嫁。那如果我问你，你看我今天有什么不同，你会怎么回答？你每一天在我面前都是全新的一个自己。如果你问我想吃什么，我不知道要吃什么，我就说随便。我会点一些我爱吃的，听到没有？吓我一跳！你干什么？你从来没有在我面前发脾气。怎么？我发个小脾气还不行吗？我觉得你这样好可爱。我就是喜欢你发脾气时的样子。我觉得我不能这样走的，不要这样。带着你箱子出去吧。我想问问这箱子是干什么的呀？我能不能看一看？我这样就走了吗？我不想，他把我的麦给抢走了。碰见油腻的，碰见不喜欢的，碰见不入耳的就灭灯。女生要选男生的话，一定要选那种心动的。来了吗？来了。啊？我问你几个问题吧。比如说妈妈和我都跳水了，你会选哪个？这种你会怎么办？他问这个问题，我就给他扔水里。你要了吗？那你唱首歌给我听呗，行吗？唱一个叫最爱你的人是我，拢共就会两句。最爱你的人是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你最需要你的时候。词儿都唱错了，在你最需要你的时候，就这意思吧。好吧，好。德云社的这几个嫂子，你最喜欢谁？德云社的嫂子，我最喜欢谁呀？有德云社的嫂子都不错。这么多人，你说出五个你见过的嫂子。我见过月哥的媳妇。月哥的媳妇儿好吗？刘晓婷经常说她师娘对她特别好，所以我觉得月哥媳妇儿好。好。丙嫂见过吗？丙嫂太好了，上海姑娘，然后说话可温柔了。长得呢？好，漂亮瘦。刚才月嫂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漂亮瘦？你只说了一个人好，我特别不开心。月嫂，朴实。
岳哥，是岳哥吗？我错了。你可以走了。好。这个。有谁喜欢看脸的？女生看男人要看脸的吗？要啊 ！Sorry， 阿虎，我自作多情了。那善良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对。孝顺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对。那很多咱们就求来。但是他们还是要看脸。但是他们看脸，我不看脸。你不看脸？我不看脸，就看内心。看才华。但是我特别丑，我就有才。可以网恋吗？可以网恋吗？可以网恋。就这辈子不能见面是吗？我恨你，我恨你。You. Yeah. 你是有才的男孩子吗？我是有钱的男孩子吗？有才，才华的才。哦，有才华，我比较有内秀。你有啥？我有内秀。内秀呢？就是我的内衣里有十字绣。还挺精致呢。是个精致的猪猪男孩嘞。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我喜欢头上现在有两个小啾啾的女孩子。只能是两个啾啾是吗？看现在啾啾的大小应该不是那么的长。哦，所以你喜欢长头发的女孩子？我就喜欢现在目前扎着啾啾的女孩子。这是个流氓啊。好，我们反客为主，你喜欢什么发型的男孩子？我喜欢杀马特。杀马特丫头妹妹喝买骚，丫头妹妹喝买骚。哎呀，我喜欢。怎么心动了？我喜欢这种好玩的。周杰琼脸红了。我被他说的脸红了。没有一个灭灯的吗？对吧？是不是还可以？就是这种风趣的男孩子，我们都比较喜欢。我们之前说相声的人都跟你说了些什么？他们都不风趣了吗？好了，我要问你问题，我要开始认真问你问题了。好了，如果女朋友生病了，给你发微信，我有点不舒服。多喝热水。这个真的不可以。好了，你被淘汰了，出去吧。这么快吗？最后给你个机会唱首歌。我前半年都指着一首歌呼噜。哎，他不让我唱歌吗？哎，大哥，不是，我还没唱呢。我采访大家一下，就是男生让女生多喝热水，是你们接受不了的是吗？是。就不能说直接喝热水，绝对不行。不是，你可以说热水，但是你后面要加上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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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作文。对，小作文。哎呀，女孩的情绪啊，就是我们这块拿的不够稳。刚才聊的还挺好呢，突然间呢，就是跟他开了个小玩笑，说多喝热水，他就把我淘汰了。哟，孟哥你来了。那里边那个局面啊，我跟你说。然后呢？随机万变，变化什么叫随机万变？就是他问的问题，这都是病句儿。瞬息万变，啊，我说的呢？随机万变，哦，就是俩成语啊。反正里边的那个问题来讲，就是有一个姑娘，她会问你很多的问题。问你还有姑娘呢？那你看看，赶紧去看。你怪这么着急啊？去吧，你哥。问你个问题吧，有女朋友吗？我没有女朋友，我都结婚了。啊，结婚了呀？那。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发短信说我肚子疼，隔空给你揉揉。为什么这个答案不行？来告诉我，为什么隔空揉一揉不行？揉一揉行，虚伪是吗？太虚伪了。对，那你为什么不灭灯呢？
我虚伪吗？那我多喝点热水。行吧，你走吧。哦，不问了。大家听到多喝热水这四个字，真的很痛恨多喝热水吗？痛恨啊。啊，那我以后不说了。干什么？我就是听听。不是我能正着走，我可以替他吗？那谁有假发没有？进来了吗？进来了。你看我美吗？你差点儿。不跟你说了，我要问问题了。说吧，月哥。嗯？你问你女朋友想吃什么，她说随便，你怎么办？那我会把所有菜都给点了。太浪费了。你跟你女朋友约会，你等她两个小时化妆，你会怎么想？你要是漂亮的，我肯定愿意等。你要长得跟岳云鹏似的，五分钟肯定都不行。你看外表上是怎么样的女生？外貌啊，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主要是我喜欢哪吒的发型。喂喂，副驾驶给谁坐呀？孩子他妈坐呗。那你钱都是归谁管呀？搁在抽屉里，谁想花就花呀。我想到一个问题问他，那后台你喜欢谁？最喜欢我师傅。除了他，于老师吧。除了他们呀？我行吗？我好吧。除了你，除了我，除了我师娘。除了你师娘，除了你，行吗？我们觉得你就是我们后台的人啊！我是谁？你爱谁谁你。我恨你。你说了我的名字，你会死是吗？哦，月哥，我跟他没说月哥吗？我跟他没有说月哥吗？我这么喜欢月哥。除了师傅，你喜欢谁？我喜欢月哥。check 开始了啊！哎 ，Let's get it。有女朋友吗？还是结婚了？有媳妇儿。那你的前女友突然有一天联系你了，你会怎么办？不可能有她的微信。突然加你了？删掉，拉黑，拒绝一切影响家庭因素的。不好的地儿存在。你媳妇儿让你在朋友圈秀恩爱，太好了，特别愿意，随时随地，婚戒就没摘过。媳妇儿想翻看你的手机，随便翻，没秘密。你有一个漏洞。啊！你回答的天衣无缝，就说明你有准备。那有媳妇儿有孩子，那不就是这么着吗？那过日子可不就这样吗？你看你是想跟他一会儿，还是想跟他一辈子？完了，这个人免疫了。怎么有这么好的男人呢？好吧，你唱首歌吧。唱首歌。你最喜欢的歌？我唱一首我的新歌吧。嗯。哎，我还在等着你说，谁又能知道我的忧愁有几多？当你说，我也说，我还在等着你说，等着你说。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走到这里并不值得。我摸不清你的脉络。啊！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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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儿，好了宝贝儿，好了宝贝儿。等着你说，你说，寻找更多的夜色。哎呀，还想听吗？我还会一首。你是怎么死的？你可能都不知道。你没有唱歌之前是满分，你唱歌只有三票了。哦，好吧。请您出去，带着你的箱子。是因为我替他摁了很多灯，我是觉得歌唱得太难听了，而且非常有自信一直唱下去，是吧？但也没有很难听啊。啊？蛮可爱的呀。看刘真的就说很可爱，你要看他唱歌的真诚真心。最后决定。最后你的决定是什么？最后我的决定是唱自己歌的那个人。走到这里并不值得。好的，走小周，今天大表哥带你去玩去啊。好，那拜拜。谢谢你们。来，走你。是什么？这个锦囊里头是什么东西？你怎么了？四十个。四十个，上期我都没见过那么多欢乐豆。这十五个，这也十五个，我有三十个币。我十五个，真好。我看我这有多少个豆币呢？二十五个。那我是不是又输了？哟，那你这我这环节又输了。你太少了，你几个呢？五块钱。兄弟，实在是钱太少。咱们那个，要不一会儿咱们组合吧，好不好？你能给我什么好处吗？你把快板也送我。我把快板也送你。那你要板儿，把快板给我，大哥，行吗？这板儿一看不错，这个。哦，你可就没有武器了啊？没问题，都我这这也是您的了。行，都是您的了。箱子我给你拿着，好不好？你那箱子里头还有什么？什么就卡了，哥哥。就上张卡啊？行，这给我吧。行，都搁您那儿了。那咱们现在说定了啊，我跟孟哥就算结盟了。好，没问题。咱们且听这九子入门闲叙来，谁人懂得女人心。话说郭府大小姐郭铁锤到了适婚年龄，郭府大老爷请于府舅老爷来郭府商讨大小姐的婚嫁之事。此事已被传开，各地青年才俊闻讯而来参加这次郭府的选婿大会。哟，二位，不是你这干嘛来了？你也看上你这妹妹了啊？站好了，你这范儿。大爷，您这可不对啊！我又怎么了？您说好了把这铁锤妹妹许配给我的，凭什么呀？我喜欢她呀。你喜欢她？谁都喜欢她呀！这天下谁不爱铁锤呀？是不是？你甭说那个，说她小时候喜欢你，她还说卖嫁给炸油饼的呢，还说嫁给炸油条了呢，还说嫁给炸糕的呢。他把这点杂货都归了他了，知道吗？行，
那我不喜欢了。你这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倒是真快。那怎么着还给我？今天外边来了很多人。干嘛呢？都是想坐上门女婿。炸油条子、炸油饼的都来了。要不您去看看？还可以啊，舅爷，咱瞧瞧。走啊，走。哎呦，这领导来了，领导来，快！哦，这么些人啊！来，舅爷坐。你们得起来，你们是自己人呐！站！哦，人家客人得坐。好，这个再说说啊，他们几个是外人，你们几个，尤其你们四个，这是咱们自己人啊。你们自己人跑到这儿起什么哄来呀？打头那个，因为我喜欢大小姐。舅爷，啊，您看看，厨子要造反。大小姐特别喜欢我吃的菜。那张后边换一个。啊，我这。谁给谁做饭呀？好家伙！我说我闺女累得都不行了，那这腮帮子都见大，天天炒菜啊。大小姐特别喜欢我做的菜。啊，你喜欢铁锤什么呀？我喜欢他的身材和他的思想，还有他欣赏我做菜的感觉。行，拉倒吧，可以了啊。花姐，你怎么也来了？想结婚了，就是也该成家了，二十四了。这个谁呀、啊、司机啊，我问一下，你喜欢大小姐什么呀？我喜欢两个人在车里边就那种浪漫的，就是兜风的感觉。哦，那就说结了婚了不用给房，住车里有来房车。这个穿花西装的，这不是管家吗？我们大管家叫栾爱图啊。哎，您什么问题？我没有问题，你走吧啊。你怎么也混进来了？因为我想的是什么呢？肥水不流外人田啊。这个都管大小姐叫肥水。那你告诉我，你喜欢大小姐什么呀？我爱她什么呢？就是我爱她。这哪来平戏班子这？首先来说家庭背景，这可说的太对啊。更喜欢是岳父，其实说实话啊，他是看上我了。对，这个除了他们这四个人之外哈，那五位是新来的，我们也得认识一下啊。那个穿白的小伙子，我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小伙子，我是外来的，从哈尔滨二城豆腐、哎、那卖豆腐那儿来的。对。然后呢，我就听说大小姐要出嫁了，着急，就是不行了，要嫁不出去，赶紧得找人处理。这个抬出去扔了吧？不是，怎么我闺女就得处理呢？啊，我还觉得我唱歌挺好听的，肯定能打动小姐。搞一支尝一尝。嗯，豆腐，滚出去！前面那个脸色比西装还灰的这小伙子，我是画画的。500年前他是个画家。我是一个画家。旁边那穿黑的是谁啊？啊，我是一个电影演员。旁边那个先生，您好，您好，您好，你也是个电影演员吗？相声演员。啊，说相声是谁？我师傅姓郭，跟您是本郭军德刚。哎呀，我没想到，你坐我这儿来吧，好吧？张哥，外边您坐。这么有身份的人，快坐。哎，好嘞，这我成功的几率就高一些。这个野兽，这个不是野兽，我们这是狂野派的舞蹈家。你是个跳舞蹈的？对，我是一个舞蹈家。我跟小姐呢是一个舞蹈班认识的。我们没出过门啊？没有，网上网课，上舞蹈网课。什么叫网？咱家不打鱼多少年了？网课就是网上教学。晚上教学啊？网上教学。晚上可不行啊，晚上小姐还得种地呢。您可能岁数大了。你才岁数大了呢。我们呀、啊、现在有一个新兴的技术叫互联网，又叫 Internet、哦、然后呢我们在网上啊一块跳芭蕾，她是公主啊，我是王子。你会跳吗？会跳。跳给我看看。芭蕾吗？四小天鹅吗？家里来小偷了，这回去看咱家丢东西没有。所以说今天各位呢要拿出你们的诚意来，女儿是我的掌上铁锤一样，希望你们各位认真对待这件事情。
小月，哎，来吧，说说咱们的计划。我们的计划就是我们自己准备礼物，准备卖给你们。不能叫卖给你们，是要拍卖，就叫价高者得。你看舅爷说的这六个字儿，价高者得四个字儿，您呢？嘿嘿嘿，哦，得还加仨字儿。小月负责我们这个拍卖的这个事情啊。好，这是我们小姐喜欢的一种花，叫这叫什么的？叫月季。叫月季。这是我种的，这是我种的。一豆币起拍。一豆币，这儿有一豆币。哎，一豆币，让您发现了。两豆币，我就不跟你喊了，咱一块儿的，好吧？哎，好。两豆币一次。三豆币。四豆币。五豆币。他俩飙上了。六豆币。七豆币。你这么爱这个呢，想把这送给小姐？你不知道吧，小姐花过敏。管着管不着啊你。不要，不要了。你说的什么呀？你那嘴里有豆币啊？不是，这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七豆币一次，七豆币两次。还有没有出的啊？拿走，诚心实意嘛。好，好，好，好。哎，给。来，第二个，第二个。啊，南京云锦。这个起拍价一豆币，一豆币，五豆币。你有多少钱呀、啊？你还有钱呢？十豆币，十五豆币，十六豆币，你的了。你得听人家呀、啊！你要十六豆币了，我不要。十六豆币一次，十七豆币，我十九豆币，二十豆币，二十，二十一次，二十两次。好，九零，拿钱，拿钱，太棒了！哎。这个来自阿城地区的这个小白，嗯，你呀、啊、还是九良啊？我呀、啊，我他没钱，我对我们一起，我们一起，我入股了。不是这怎么回事？这个大小姐到时候嫁给你们两个谁呀、啊？两个人娶一个呀？你甭管了，我心里有数啊，我心里有数。老爷，这是您的，哎，搁这好。好，盐水鸭，盐水鸭，盐水鸭，一豆币。盐水鸭，这是我吃，我饿了。哎，我还跟你说，没准小姐就好这口。八豆币，十豆币，十二豆币，十三豆币，十五豆币。嗯，我就十五，交不了了。还把你们交了。十五豆币一次，十五两次。哟嘿，谢谢大家了啊。还有吗？还有啊，口红，口红这行。五豆币，十豆币，十豆币。哦，家伙都来劲了啊。十三豆币，十五豆币，十五豆币一次，十五两次。好，走走。八六，都要记住了自己刚才花钱的数字，待会儿要炫耀一下啊。这俩是不是造假币的？谢谢您，真棒！火龙果粉已经拿走了啊。嗯，扇子。哎呦，早知道我弄这个了。一豆币，扇子有笔吗？要不要让老爷签个字什么的？可以啊，这就增值了。我也想要那扇子，炳哥，我就十五豆币，你之前不说借给我点吗？这个十五是就是最少的，啊，我给你五个，咱俩就都二十了，行吗？行。啊，你不是之前不说借给我点，我就这些，我也想买这个，二十豆币。老爷，我特别想要这扇子，但是我就这么十五块钱。但这是拍卖，这不是慈善。二十二，二十二一次，二十二两次，来，我得给明星写字。哎，对，来来来，你坐在那儿，待会儿我给你送过去。哎，好，赐个字。哎、这二十二吧，值啊，值了，值了，值了，对啊，就这笔字儿就值了。好，姑娘去吧。这给你写了个节哀啊。得亏没。李老师干好不好？漂亮这字儿，嗯，喜庆，喜庆祥和，黑白字儿嘛，是吧？再拍给你写顺便啊。哎呦，这好了，耳坠，这可不是一般的耳坠，这叫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耳坠，十三豆币，十四豆币。我借你，你要几个？差仨，对不对？十六，十六豆币。炳哥，你能借我五个吗？不能，不能啊。十六豆币，一次，
十六两次，三次，谢谢，谢谢。嗯，给你。来下一个。哎呦，哎呦，这可得意了。这就别盖了。这比大小姐瘦一倍。五豆币，九豆币，十豆币，十五豆币。这个现在女孩是最喜欢的。第六，你还有多少钱啊？手里就八个了。八个。五豆币，九豆币，祥子，怎么又拿回去了？咱凑一块买那熊花。不花。别不花。哎，17豆币，18豆币。贺伦，我只有15豆币。去借钱。哎，你把钱给我，你把钱给我。我滚远你。20，20，21次。21，25。27了，你就给我吧。借我28，我给你30，上了。你俩都俩了，你借我点儿。30了那边。31，你给我，你给我，我肯定亏待不了你。好几个了，厨子，你给我，别喷我。35一次，35两次，36，给我，厨子。37，你给我，肯定没问题。我告诉你，给我。又亏。40，多少了？40一次。俩，你挑一个不行吗？都给你。42次，疯了你。那破玩意儿40，那咱俩不够了。哎，我这够了，我15。哎，你等会儿，太激动了，过瘾来了，90，上酒席喊90，上酒席喊90了。对，91次，91次，啥都没有，92次，我没有钱。九七，这是你节哀吧你。90，上酒席来交钱。你哪来那么多钱呢？这个最起码来说勇气可嘉。好，谢谢，成交，谢谢。就算你花了90了，谢谢。这白干30年了，在这就是，坐那儿，还有没有？咱们这是最后一个，没有礼物的，拍不着东西的，就拍不着东西了。3豆币，哎呦，还会亮。5豆币，哎呦，还能响。6豆币，15豆币。能不能把你那10个给我呗？给你吧。对，我给他叫，都给你。喊，往上喊。24，24，25，26，27，28，29，30，39，40，41，42，你叫吧，我有花。我有花。1234567891011121213141420，来，您数，你这是4件集资了啊。哎，给您，太棒了！感谢各位啊，你花这么多钱，诚心诚意的来参加拍卖，谁的礼物今天花的钱最多呀？我欠的这不算，你是一份心情啊。哦，欠的不算。真金白银花钱的是谁？哎，这可42那个，这是花了真金白银呢，真爱。好，请坐。谁花的是最少的那份啊？我没花。哎，这个小伙子，风度翩翩，气宇轩昂。虽说每天摆了花草，但是穿着西装打扮非常的棒。说到今天啊，我多少批评你两句了啊。到现在你不管是审时度势也罢，仔细看着也罢，想占便宜也罢，想捡漏也罢，你没有花钱，我们对你的诚意表示怀疑。哎，所以在这件事情里边与你没有关系了，以后好好的摆弄花草好不好？请家丁们来把王花匠抬到后院去埋了。哥姐，可到你们上班了，我走。我也太惨了，我也。哎呀，我们家的水缸一年四季都是满的，你挑完就可以再回来了。挑完就可以再回来了。被淘汰的人将会被带去挑水，率先挑满一缸水的人将有复活的机会。得找一大桶。你哪儿挑去啊？这怎么还漏了？这我得打多少趟啊？这个，我走了，不拿这个了。这个
张厨子让我很感动，是不是？自己没钱，没钱，我凑钱我也得，哎，我借钱，我追你的女儿，这个让我说是很感动。为了这份爱情，嗯，为了我女儿啊，嗯，怎么都是值得。下这么大血本，说的我现在可能是上了年纪，我先说事儿，先说事儿。所以说啊，没事，这节哀节哀，节哀，请明星节哀啊。所以说呢，要向张厨子表示感谢。我代表舅爷啊，我们应该向你鞠躬致意。对对对对啊，所以说呢，你准备淘汰。对。甭管借多少钱啊，而且大手大脚，不会过日子啊、嗯。我那个日子交给你来做饭，一天到晚的这么花钱的话，我们还吃不了饭，吃不了了啊。来啊，抬出去，淘汰了。亲手交给小姐。你说，这，这是我的一片真心。我是真爱呀、啊！快去吧，今天晚上府里来300人吃饭，去包饺子吧，一个人干。不是想吃什么呀？叫我，别，小姐可能饿了。你看人家要饿好歹的，你们俩负得起责任吗？你们，真是。哟，您不是花了42逗币的厨子吗？是我呀。怎么出来了？第一的监工，最后一名。我不信您是监工的。我就是监工，你干嘛不信呢？他不是让人给轰出来了呀？而且一会儿还得出来人。是吗？还得出来人。在这等着吧你。我走了，别跟我说话。别动会儿啊。是不是挑水挑满了就能回去了？哎呀，挑点水，我呀都给它倒那缸里去。干嘛呢？干嘛呢？怎么了？干嘛？你不监工吗？我试试这桶好坏。您这不像话了！您这我这辛辛苦苦搁这挑着，我一猜就没憋什么好屁。轰出来，哎，是不是轰出来了？你别弄了，你这样，你要好好的，咱俩结盟吧。结盟吗？结盟。先挑搬缸去。走吧，咱俩一块挑去。咱俩要活，咱一块活，行不行？行，好不好？一块挑去，走吧。上哪儿挑水去啊？前面。走。花钱多也不是啥好事儿。哎呀，我就这漏了。咱俩抬吧，咱俩拿这杆子，咱俩抬回去行吗？不是，我说这个咱这个方法是不是太笨了？怎么又咱俩一组了，罗哥？我也发现呢。哎，你说咱俩是不是最傻人组啊？我觉得一会儿还会出来人啊，等会儿他。对，三个和尚有水喝吗？这都老话。两个和尚抬水喝吗？这个能到那里吗？不行不行，想什么呢？我觉得我白忙活。那你先走吧，我先看看，我不连了，又不连了。你要是不往我这里边挑水，我跟你连什么劲儿啊？挑满了，一会儿到那儿一报名。等会儿，罗哥，咱这么着啊，咱先挑，挑一个，咱俩回去，先问看看什么意思。一旦如果咱俩都进了，还他罢了，对吧？天下太平。如果说，哎，九龙这挑了，贺伦这还没挑，兄弟帮您挑来，行吗？你要不帮我挑怎么办？我都说帮你挑，我能不帮你挑吗？这里边反水的人太多了。咱都沾上水了，还能反水吗？我被坏人骗怕了，就像烧饼似的。来的时候说好了再借我钱，哎，在那咬死牙不借，看着了吗？我那么说他都不借钱。一开始您说找我借钱我没借，后来那一下我是不是借您了？借了。走。就凭你这话，其实九龙我欣赏他还有点义气的架势。那是，快走吧。老爷，大小姐那边来电话了。哟，大小姐说什么了？她说让一个人去接电话。带着这人去见你家小姐啊，带着你的礼物啊，去见我闺女吧啊。好嘞，快去吧。哎，好孩子啊。
别人家电话能接吗？我接呀、啊。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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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好。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好。你觉得你身边最讲义气的人是谁？朱云峰。朱云峰。哎，你让他来接电话。好嘞，好嘞。好，让他过来接电话。我不得叫烧。哎，老爷啊，下一位请朱云峰去接电话。哦，好。有。这就客套，我要带着我的礼物吗？带着你的礼物啊。喂，你还在吗？您好，我想问一下，你觉得除了你之外最讲义气的人是谁？栾云平最讲义气。那你让他过来接下电话吧。好，行。问您什么呢？谁最讲义气？都是谁最讲义气啊？这姑娘估计是要跟咱拜把子。有这种可能？这有花了，对吧？上供的那有鸭子，再整点酒，是吧？哎呦，王哥，你想凉快凉快，凉快凉快。好，接这电话都挺逗。你喂，我问你一问题，谁最仗义？我是孟鹤堂。好，让孟鹤堂接电话。我就选下一位，请孟鹤堂孟公子去。好，来孟豆腐，走，我去了啊。豆腐，送豆腐去了，把我那给我留下啊。哎哎哎。一会儿我还得有礼物呢，你拿什么走了？啊，你拿什么荷包？我拿箱子走。我一会儿你找我去啊！你给我都拿，你给我都拿。哎，一会儿你回来，不是，他都回来。我们合资买两样，你这怎么闹啊？这个，那剩下哪个算哪个吧。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是孟鹤堂老师吗？啊，是我是我，可以，这孙老师这变声器还挺好，挺好听。是孙悦老师吗？不是。哦，我一直以为是孙悦老师呢。嘴别那么碎，问你问题就听着啊。哎，好嘞，我准备了才艺，我想给大小姐唱个歌。给我唱吧。我给大小姐唱歌，你得让她听见呢。我准备了2年，她听得见。好好，您稍等啊，稍等啊。这首歌呢，送给亲爱的大小姐，不管大小姐是不是孙悦老师啊，我都爱你。在那河畔左岸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呜、哦、花店玫瑰名字写作谁，告白气球风趣的对街，微笑在脸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虚的。大姐姐，你听到了吗？这是我对你的爱，对你的表白。好了，我的演唱结束了，大小姐，你觉得满意吗？喂，大小姐，我的，嗯，好好好，嗯，你说啊，是我知道你想我，我知道你想我，稍等，知道你想我，嗯，没问题，没问题，大小姐，哎，嗯。怎么想的？怎么不接电话了？其实小姐那边早就挂了，对，自己在那儿演呢。喂，小丽呀、啊，你快点说出除了你之外最讲义气的人。啊，九良。您好，请问一下，除了你之外，现在剩下的人当中，你觉得谁最讲义气？哎，您不好奇我吗？我知道你是谁，你不是九良吗？知道我呀，我给你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看电影的电影演员。好的，知道了。你觉得除了你之外最讲义气的人是谁？啊？老爷，您看为什么就剩下我们俩了呢？问你自己，为什么剩你呢？因为你是补位的。哦，我还给您上电影。老爷来了，叫谁呀？这回
请杨九郎先生。哟，您看，我饿了，我走了，走了。这事闹的，相声。你存底了，得嘞得嘞，您瞧瞧，嘿，好。你的礼物呢？我的礼物在那个孟老师手里呢。喂，你好。哎，您好。请问一下，除了你现在没有被点到名的还有谁啊？还有一位先生叫尚九锡。你能叫他过来接一下电话吗？哎，好嘞，我叫他接着电话。不是啊，喊我过来找尚九锡接电话。老爷，您看府上还有什么活我能多干干？就差一扇扇子了。你呀、啊，这活能干到立秋，一连活就不用你了。这活还挺轻省，我没什么想法了，我就留着给老爷扇扇子吧。好，好。老爷，最后请尚九锡先生去。对，快得了，给您道喜吧。叫你了，快去吧。好嘞，行了，祝你好运，孩子啊。好嘞，好嘞，好嘞。我带着熊走了。哎，太好了，太开心了。喂，莫西莫西。喂，你好。你好 ，Hello。不好意思，你被淘汰了。你被淘汰了。哦，我被淘汰了，好快，好突然，谢谢。好，那就拜拜。拜拜，你说的命。出来挑水来了。哎，我一猜，拿熊这就出来了。你把这个缸挑满。我那缸那么老大，倒两桶就倒个底儿。看看尚九锡，走你！哎，人都没了，你能看见我吗？我在这儿。不是委屈，九锡，我是想哭。哎，这也不知道你俩这是什么路子。我歇会儿。你不挑了？我不挑了，我还挑什么？我挑完那个都明天早上起来了都。那怎么着？挑去。不动了，我走不动了。罢工啊，就这样吧。那我也没戏了，等死吧，要不咱仨等死吧。这仨哥们就没水喝了。来，哥几个，没有被淘汰的还有六个人是吧？哎，拿着各自的礼物，来，咱们院里，谁第一个？我来吧，早来早利索。站院里，正中间啊。像不像这个杀手不太冷？哎，这个烧饼快熟了。这位同志啊，请描述你的礼物。它是一个植物，象征了爱情，一颗孕育的生命，代表了我们的爱情要生根发芽，等着开花，等着结果。希望我们两个人共同呵护它，让它变成一棵苍天大树。我可以先保留吗？我想看看别的礼物有什么。不可以，必须要给出意见。来，木棍伺候。你喜欢我吗？喜欢。哦。这什么令子呀？这是。行了，回去吧。回去了。喊下一个。哦，朋友们，你看着小姐了吗？我看。是孙悦吗？不是孙悦。然后给了我一棍儿，人们喜欢我吗？人们喜欢我。快去吧，去吧，快去。他在干什么？您好，请展示你的礼物。哦，节哀。节哀？为什么？直接给棍子吧。这是郭大老爷亲提的。结束了，回去吧。叫下一个。我还没有才艺表演呢。你有什么才艺表演呀？哎，我会唱小曲儿啊。咿呀嘛更儿哩呀，月影儿照花台。我还是回去吧，一会儿又一锅棍儿下来了。你们得有礼物啊，你们那礼物到底算谁的呀？啊，这样你主动，你先挑一个，剩下那个呢，我说你赞助我的。
大歌星孟老师，我只是个小小的歌手，我并不是大歌星。这么说吧，这优秀歌手，好不好？咱不能说著名歌星了。你这俩是什么东西？一个是云锦，那呢？还有一个是口红。这云锦里边是什么东西？你拿出来看看。我不用看，棉花。我给他呀，棉花给他啊，送棉花。您花的这点钱儿，你那五个币就值那个棉花钱。孟哥啊，下一个，您不去啊？等会儿我去。你要钱去吧，秦要钱去。你回来，你刚才不去。不是，我这五块钱买这个。那你不是这年终又花五块了？你倒小姐，我这给他，我不要。小姐，我给你来，我给你来垃圾袋儿，我太没有礼貌。有艺术感，是吧？嗯，有艺术，真的确实是。拍照好多都用塑料袋儿。什么？我拍照好多都用塑料袋儿啊，跟那儿一打啊。都有艺术感。还真是，特别有未来感，还能做生效呢。哎，对，哎，这声，你闭上眼睛，你细琢磨，催眠曲这就是，这多闹的慌啊！这多闹，我看不见。这个，嗨，这是我给小姐准备的一个云锦的小包，特别漂亮，这是我花重金买的。这个呢，是我给小姐买的一个口红。颜色也特别好看，是死亡芭比粉吗？对。啊，什么叫死亡芭比粉？不知道，挺粉的，反正。哥，您旁边是大小姐吗？孙老师，是大小姐哈。哟，爱了，一定要娶到大小姐。您觉着我的才艺您满意吗？你有什么才艺表演呀？刚才唱歌来着。哦，是你呀。啊，对呀。我拿这唱的歌啊。 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音乐世界，蓝牙语连接。小城故事多，可以，充满喜和乐。哎呦，扔给什么东西？叫下一个。哎，是不是这个？你扇子没给人家呀、啊？人不要。您展示了吗？展示了。哦，那不要。那可能就是人不喜欢，就上面扔下来一棍儿。这棍儿什么意思？打光棍儿啊。哦。哎，谁还没去？哎，你的棍儿呢？没给我棍儿啊。你给的是什么呀？小姐的芳姐，给你来手绢啊、哦、那估计是选他了。去，谁没去呢？去啊，我这实在是拿不出手啊。我要下一位。去吧。哎哎哎。是奔内门走吗？向大小姐展示你的礼物。哎，这个大小姐啊，是这样，我呢本来是跟孟老师一起合资啊，买了两样礼物。他把这个就跟云锦里头啊填充物分给了我，就是这塑料袋。塑料袋象征着您在我心目当中就像这个玻璃袋它一样透明，一样的就是万年都不会变化，不会消失，是吧？一直在我心里头。谢谢您。好嘞，叫下一个来。好嘞。往哪儿走啊？就是早上废话特别多那个。哎，我给您买一个鸭子，然后那个我再给您来一个湘潭铺子的枸杞槟榔。这两者搭配有什么就是讲究吗？讲究，这个一个是消食啊，一个是这个解饱。您先吃鸭子，再消食，然后再吃鸭子。这什么意思？这个回去就可以了。好嘞，叫下一个来。来，为什么他穿的衣服这么的得体？这要换成别人，可能都穿不进去。
向大小姐展示你的礼物。哎，是一个耳钉。什么形状呢？是樱桃的。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樱桃？哎呀呀呀！我一猜，女孩嘛，应该就喜欢这个吧。是你自己选的吗？对呀，还有这个，这是我给你画的画，这是我自己画的，但是还没有画完。那画什么时候给我画好呀？这个呀，这个我想说就是，看着你本人之后，眼睛、鼻子、嘴再好好画。我也不能给李竹棍了，我只能给你这个。哦，没有了。戴上你的手绢。啊，我在这儿呢。那你最讨厌的礼物是哪个？有什么？我觉得他那个挺好的，他那个塑料袋。哥哥兄弟们，你们六个人其中两个被淘汰了。哟，棍儿啊，是代表小姐姐呢不喜欢，但是呢有四个不喜欢的，要淘汰两个。那我们俩是不是就安全了？你们俩死得更惨。等会儿，这叫什么话？听我的。小姐姐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有塑料袋儿。哦，我淘汰了。还有节哀。太不走心了，送女孩子塑料袋是什么意思？让我装垃圾吗？哦，节哀那就不够吉祥。我说别送塑料袋吧，这不赖我，他就我就五块钱。拍塑料袋干嘛呀？就是你，我跟你说，跟我有什么？我就五块钱。得了，兄弟，那就拜拜了。哎呦，现在还剩四个人了。来人，带他们去见大小姐。不，你俩跟我去清远堂。清远堂，哪个是？这是小姐姐，还是这是小姐姐？这是咱们组的吗？太懵了吧！我不知道饼哥的思路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小姐姐。这个是吧？哦，这是小姐姐。哦，这是小姐姐。真不好意思，刚才没认出来您。是不是您扔我的手绢？就是我们来取您的。找错人了。刚才不是这口音。你们为什么要在这儿对本子？你能告诉我们吗？没得。哦，工作是吧？来，现场的工作人员，好，清一下，谢谢。哎。请出去，好，谢谢。哎，清一下，好，谢谢。哎，你等会儿。哎，行了，你这不能让走这个。那您是大小姐吗？我是呀。您是哪个府上的大小姐？我是许家大小姐。哦，你不就完了吗？这不是这许家大小姐，那个是。你们这干嘛？没事，我们看看别人。舅爷，您好，来回来回来，都回来。我还就告诉你们，郭府大小姐就没在这屋里。到这儿来，有几道题考你。哦，明白吗？哪儿这么轻轻易易就见着我们大小姐了？哦，您说的对。还有一关要闯。那得闯，那得是吧？你们抢答，谁抢答的好，这就算过关了。好，没毛病。要说错了呢？说错了就走啊。说错就走。对啊。好嘞。第一题，刚才这屋里有几个女的？四个。再加上一道啊，许家大小姐的许是什么许？双立人。这那双立人那念徐徐徐。别瞎打了，行不行？就言字旁，就点儿那个言字旁一个许愿的许，冲我说啊，许愿的许，秦香贤答对了。哎呀，
这是书到用痕，书到用痕，书到用时方恨少。够不着出去，出去，出去，轰了出去。不要这个样子好吗？我还没有看到大小姐，刚才就在那儿朦朦胧胧的，然后拿照着那个大罩子，看不清楚大小姐长什么模样。老爷、哎、我们大小姐还有一个问题要问这几位、啊、你说吧。我们大小姐问，如果各位日后跟我们小姐成了亲，想要几个孩子，几男几女？哎，得嘞，我来问问他们吧，谢谢啊。要是问到我了呢，啊，要二胎呢，就是一男一女，反正按您的意思是俩一男一女。哎，对对对，这有。我呢惦记要先要一个，就一个男孩女孩。我选呀、啊、嗯，我喜欢男孩，这个男孩随妈，长得就好看。哎，得嘞，您说是不是？哎，一个男孩。哎，对，女男孩随妈嘛。啊，有。嗯，你呢？女孩了，一个，就一个。对，一个女孩。对，得嘞，有。既然你们都有这想法啊，那就现在跟我来吧。现在跟您走啊。好嘞，多好。老爷，老爷。师傅，扇子真吉利。哎呀，哎，老爷您来了，等您半天了。来了，小张啊，这边请。我来看看水。这，嘿，这是满满溜溜的。我刚挑完，您就少来这道。这是我跟九龙，我们俩一块挑。啊啊啊啊！这边还有啊。哎，我们还有机会吗？还没机会，接着挑。有机会，我刚那什么、我刚下来。现在这一缸我很满意。我们俩是一桶一桶一桶的。挑得满满服服的，九溪帮我们挑了几桶，这里有九溪的功劳，帮我们挑了几桶啊。但不是师傅，因为这个只能一缸，就是复活一个人，现在他们有两个人，他复活不了，他复活不了，他没打算复活，因为要复活的话，他肯定会有王九龙啊，会有上九溪啊这样的，是不是？厨子招谁惹谁了？这是没招谁惹谁，一桶一桶的。问题是你都说了厨子。你的身份不是女婿，你是厨子呀！啊、哦，女婿已经一头一头的挑得满满服服的呀。挺好，这个分工不同，每个人干的活也不一样，是不是？其实我觉得每次你做饭的时候，我吃的是最踏实的。就您这话，死都值了。好吧，我们只能在两个人里边选了，那么就一个是王花匠，一个就是九溪啊。哦，有你。哎，这怎么又抓到贼了？师傅，节哀节哀，喝口水吧。我水缸都挑满了，您是那个缸啊？行，没事，还是有机会的啊。这边也马上就要分出来胜负了啊。这边也有胜负？有，拿过我们的家丁的服装来，这个富啥的啊。九溪过去试试左脚的鞋，王九龙试试右脚的鞋。谁能穿得下这个鞋，谁就能复活。哎呀，有点大呀。哎，多合适啊。合适吗？看到吗？好，怎么样？嘿，好，来把这个衣服裤子也打开，穿上这上衣就可以。好，来，恭喜王九龙获得了九等家丁的身份，接下来你要踏踏实实的去做船夫。船夫，由花匠给船夫了，不挑水都行。六，我们的王花匠已经成了九等的家丁。家丁，接下来他会获得了一艘船和一个船桨啊。谢谢。好，送他，拜拜。拜拜，再见。哎，不客气。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想哭就哭。懂你啊。哎呀，重生啊。少林有这么厉水的吗？你快点的行不行？咱别磨叽了。哎，谢谢兄弟，还行，马上快满了。我觉着
挑水不是一个好事儿。我去找大小姐去，最起码我有个手绢，对吧？大小姐去哪儿了？那舅爷去哪儿了？那刚才晋级的那几个人去哪儿了？一问三不知。他们去哪儿了？他们去哪儿了？你知道吗？哎，对了，刚才大小姐在阁楼里。来吧，爹爹。啊。你怎么才来呀？我都等你好久了。爹爹。爹爹。哦，爹爹，嘿。爹爹，我都等你了。爹爹，我等你好久。你看看，你看看。好，够沉的。你们不是都想要自己的孩子吗？哎，试验一下吧，抱着自己的孩子，里边有三间房，给人哄睡了。哟啊，好家伙，好，这挑间房，都给我，你跟我走。为什么？你跟我走。为什么？因为，哎，哎，好吧。好，幸亏我没挑那个。来，你就这间吧。好嘞。哎，谁先哄睡了，谁就获胜。我看看那边。咱们休息休息好不好？好吗？走。你平常在家里都几点睡觉？你在家里睡午觉，爸爸让我睡午觉呀。爸爸会让你睡午觉？那你今天睡午觉了吗？没呀。哦，太好了，没有睡午觉。那你一般怎么就能睡了呢？睡得特别快。嗯，如果我中午要睡觉的时候，我一下就会睡着。那你现在晚上你怎么办呢？就到点你睡一会儿呗。到家我很晚才睡。哟，这有点难度了，这个。这么着吧，咱们试试成吗？能配合一下叔叔吗？咱看看咱能不能睡着好吗？这么着，你躺炕上吧，好不好？枕枕头吗，宝贝儿？枕个枕头，高矮啊？这么高行吗？来吧，你躺这儿。你看啊，哎，你看这是什么？你看这是什么？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学名啊，叫乱码七糟的。我看到了，看到了哈，这只眼睛应该要闭上，对，把这个眼睛闭上。对了，你看啊，你尝试性睡一会儿，好不好？好不好？大模型。完了，好，你上这个，我早上不给你看这个了。你觉得这个好玩吗？好看啊。好看哈。就是因为这些形状，它导致它们的。哦，对。哎，来，先不看这个了，你不看这个。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好不好？ Okay, 来，讲一个故事得了，好吗？这个要讲短一点的。啊，讲短一点的，你爱听什么类型的呀？什么都行。好，我给你讲一个狮子王的故事，好不好？在遥远的非洲大草原上，狮子王跟他的老婆孕育出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孩子，叫辛巴，他是一个小狮子，就像你一样，平时在草原上特别开心的，叽叽喳喳的，每天跟着各式各样的动物在追跑打闹，有着花仙雪原的小裴和呼拉瓦星王国王的使者。来福贺咪咪，终于遇到娜娜、佩奇带着艾莉走了。娜娜说：“孩子也不睡呀。”你这
道蛇最怕什么吗？神猴眼睛一亮，有一只神鹤，带我去借过来。陀螺急忙射出一只蛇箭。哦，没关系。那躲避，这我讲我的，你们俩人闹你们俩，干脆咱甭睡了，咱仨一块闹得了，好吗？啊，咱不睡了，咱什么第几是不是？你俩高兴得了，好吗？不想睡咱不睡了，行吗？小辛巴好奇的在森林里边跳着唱着，阿库南塔塔。这个机器，你可能是拍的。大舅舅，干嘛？我觉着呀，小姐刚才给我一手绢，她肯定是对我有意思。我觉得就这么淘汰了，有点可惜了。我还有什么办法能争取一下？我也不是那个挑水的命啊，是不是？我刚才过来挑了一桶水，我觉得，哎呀，这真不是。真不是应该一个孤儿干的活，一个什么孤儿，一个孤儿干的活，不是孤儿。你就这个嘴啊，孤儿。我刚才表现可好了，小姐肯定喜欢我。行吧，那你等着，跟我一会儿去见大小姐。真的行啊？那有什么不行？谢谢舅爷，谢谢。舅，哎，小李少爷，哎呦，来，你们哥俩，这随同着我去见大小姐，咱们走。你们俩现在可以去岛上见大小姐了。有坐船的吗？你行不行啊，大南？我行。哎呦，我怎么觉得这船不行啊？我看练了半天了。有船吗？这儿呢。船来了。戏太多了。大小姐在亭子那儿是吧？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唱上的风。Check it， 我们现在在王九龙的船上，我们根本就动不了，一直在转圈，不知道九龙在划的是什么玩意儿。你会不会划？会划。这不我划荷花里去了，刹车，踩刹车，刹车是啊、哦。等会儿。哎呦我天！啊，撞荷花了。得。全完。大小姐先睡吧，我们这个估计我们划不过去了，我们。那我们先下班了啊。再给个机会。行，往前往前往前，头掉过来了。往前。完了，又走了，我估计到明儿也上不来。直接上吧，我们哦，不管了啊，我给你们送过去。我们涉水过来了，就为了见大小姐。大小姐，哎呀，好香啊！终于见到。是这样的，就是我很久之前呢，就其实喜欢他们九个人的，其中一个人。但是呢，我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我只记得他唱歌唱得非常好听。哦，因为他唱歌很好听，然后他回答的问题回答得非常好，想知道那个人是谁，有没有在这几个人当中，对吗？嗯，好的，先要对歌是吧？你早上唱的什么，你这儿就唱什么是吧？对。那你就唱的什么？我忘了，太早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忘了。对，忘了。记忆只有十来个小时。对，只有七秒可能。漂亮。那你唱的什么？我唱的是一段 rap， 我也会 rap 啊。还是这个时间，那相机拍着照片，还是对面的你们陪着我聊天，每个包袱都是笑点，我爱看你们的笑脸。我也有歌。那你唱的什么？我听听。
我还在等着你说，谁又能知道我的忧愁有几多？当你说，我也说，没有人能解脱，把心里的话解锁，也吵不出个结果。两个不同的视角，到底是谁在庸人自扰？你是我跨不过的河，我还在等着你说，谁又能知道我的忧愁有几多？你要看他唱歌的真诚真心。你媳妇儿让你在朋友圈秀恩爱，太好了，特别愿意，随时随地，婚戒就没摘过。怎么有这么好的男人呢？过日子可不就这样吗？你看你是想跟他一会儿，还是想跟他一辈子？不同的视角，到底是谁在庸人自扰？你是我跨不过的河，让我无法自保。可以了，摸不清你的脉络，只能参透个概括。亲爱的，我愿意为何你。现在目标已经长大了，我选中了。烧饼，饼哥，对，饼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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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虽然我觉得我可能有时候猜不透女人的心，但是我愿意很努力的在做，对。所以就是这份坚持感动了我。哎，我真的是一点表现都没有哈。我们特别荣幸的喝到我们的古力多啊！祝大小姐越来越漂亮，谢谢。祝月哥还能。更红，好，好吧，来，你喜欢。老爷，老爷，爸爸，回来上爸爸这儿来。舅舅，哎，还是你舅舅啊，来，嗯，太好了，今儿这题目叫《最懂女人心，我是好男人》啊，因为明天咱们有场演出，让你们大伙儿说相声，这个现场的观众呢都是女性啊。高兴不高兴，各位啊？哇，好高兴哦！啊，你得好好的说，这个烧饼呢就占便宜了。某一个年龄段的女观众里边呢，会给她10票，啊，作为今天的奖励，开心吗？开心，太好了啊！谢谢各位，闺女。说相声都是两个人一对儿一对儿的啊，今天交给你一个权利，你给他们分别组织一下，看看谁跟谁在一块儿。对呀，啊，你怎么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这么随机，真的假的？就是这么说的。我错了啊，来吧，我真错了。这些人，你看，这除了我跟你舅舅之外，他们都可以啊。嗯，还有这俩不算啊，这俩穿黑的不算啊。剩下随意组合，溜溜随意，因为我们这个形式多种多样，一人也能说，俩人也能说，仨人也能说，一个人叫单口相声。行，好了好了，来吧锤锤。那怎么办呀？你们仨一块呗。我们仨在一块儿，仨一块儿了。行，好嘞，好，哎呦，你俩一块呗，灰色的。你们俩灰色的，好，去站过去。好，对我们四个人来，哎，对，谁都成。你一个人说吧。行，听你的。一个人了，一个人。然后呢？你们三个一起吧。好，这趴是最精彩的，因为这是今天给他的奖励。好，让他一个人独享舞台。这趴太棒了。同样一场相声晚会了，有两段群口，这个不容易啊。闺女，你今儿高兴了啊？明天听相声了啊？哥辛苦了，明天见。最懂女人心，这我哪懂？哎呦，我不懂女人啊，不懂女人上蘑菇街呀？看那个蘑菇街，蘑菇街上的主播，人家又会挑、哦、又会搭配，很多姑娘不知道怎么买衣，又不知道怎么搭配、哦，上蘑菇街不就知道了吗？那上全有。对，咱也看看，咱也瞧瞧，我就知道女人都怎么想。行，咱是不是活还没弄呢，秦老师？咱先说主题是什么？夸一夸你媳妇的缺点，就这种苗头。咱先第一个啊，交过几个女朋友？狼哥，你岁数最大，你先说。一个。好，那我们要问了，就是现在的媳妇吗？是。我们不信。那怎么办呀？我给嫂子打电话了啊，电话现场接通。狼哥。哎，怎么了？我跟你说个事儿。走，别哭，你先别哭。这活我实在算弄不出来了，没有节目，实在是没有节目。那咱们就这样吧。您说个。那你跟着我们演，你乐意不乐意？不是，您先等会儿，仨人没问到你。
你先说你愿意不愿意？愿意就是咱我就不去逗，我心没有节目，我怎么逗都行。行。现在他，王牛，你跟我走，好吗？您不四个群子吗？我跟你，你跟我走，我不能给你哥的这个给我自个儿我也来一单呢，不能，咱就不能干这事儿，是是，好不好？好。你跟我走，行了，活过来了啊，活过来，踏实睡吧，姐。哎，你们这节目编的怎么样了？正在愉快的起始阶段。我听听你，哎，你坐着，咱听听人家节目。我又想出一梁子来，这个活名叫《谁都有颗女人心》，什么东西呢？它有一个叫。切换体验，你俩演过吗？没有呢，我一直想碰不着呢。你有什么节目？哥，我那有一个，他自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活，但是要仨人演呢，就有点糟践他那活了。哎，我给你派出一个捧哏的来，怎么样？什么意思？我独立了，你跟王九龙演行吗？别嫌我次，你跟他演过吗？这些期没有啊，我就霍霍人搭档了，给人霍霍回家了。哎，这话可不吉利啊！人家找到我来了，我给人一个交代。哦，你有节目没节目？有节目，确实有能演啊。那你就跟王九龙了。哥，你等会儿我问个问题，就是人家那边那人家周老大小姐，人挑好了，师傅也同意了，咱这。您这擅自改行吗？不，那这有事儿我扛上去，行不行？你有背景，有事你就说罗安平这么拍的。您有什么背景啊？我什么背景？没有什么背景。说话那么硬气。但是你别撇着大嘴，罗安平啊，这不行啊。师傅问我，你们怎么改了？罗安平让我们。那不，那没戏了，那我给你扛不了了，你得好好了，你得好好说，师傅是这个罗安哥这么安排的，有事您找他去。哦，还得这么说。那你跟师傅不符合我的性格。那我就救不了你了，罗安平让呗，那我也扛不了这雷了，好不好？就您了。好，得嘞，那就这样吧。那你们就自己哪儿对词儿去吧。那说白了我。好啊，这么突然就对活去吧那。罗安平让的，安平让我弄的。走吧，文博同志。行，你那活也可以完全的展示了，给你们俩一个舞台，也让我们俩圆满的走到了一起，就是这。说，什么活？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问我，你怎么这样？这不是让你啊，就是啊，让你啊，了解一回女人，怎么呢？还往这边靠一下，就是啊，就是啊，可你好，你好好说话，就是啊，就是啊，你好好说话，不是？哎呀，让你了解一回女人，对，就是这意思吗？不行，我坐的脑子不好使。双脚离地了，聪明的智商才能占领高地了。再转了转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掌声，又一次站在舞台上，特别开心，特别激动。这是我们这个德云逗笑社啊，现在观众给我们起名叫什么？说学逗唱的哥哥啊。今天我放眼看去全是女生啊，穿的都是这个古代的衣服，特别的
别致，特别的精致，希望大家能够一会儿开心起来，好吗？啊，第一场相声马上就要开始了，上九溪王九龙给大家带来视角对对碰。哎，压力好大呀，下边穿越了。哎，这是来到女儿国了吗？都是女性。所以来说呢，今天这个整个的这个剧场里边啊，我觉得气场不是很对。怎么呢？阴气比较重啊，相对来说啊，嗯，异性比较多。是，嗯，我们作为呢男性的演员呢，在台上有一定的压力。还得男性的演员，对不对啊？毕竟来说呢，咱俩是小姐们啊。这就开始了。什么时候拎的姐们啊？对，我们是男性，对吧？所以说呢，这期的主题不太好演。哎，当然呢，确实现场的演出，可能还有很多的朋友对台上的二位不是那么的熟悉。大伙儿都不认识。也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那说说吧，我叫尚九溪。多么的火爆啊！你看看。这都是可以介绍你名字的铺垫，是吗？他叫王九龙。好，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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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拍着啊，拍住了。嗯，告辞。哎哎，别走别走别走。嗯，说着玩呢啊。对，确实来讲啊，为什么说我有这份把握到他这儿呢？掌声比较的热烈。啊，这么多年了，捧哏演员在剧场舞台上都这个效果。哎，对对对，确实，小伙子长得精神，也一般人，看着个头旱地拔葱的，个头稍微高了一些，长得高一些。当然呢，小姑娘都喜欢这样的演员啊，是吗？给王九龙画一道。嗯，我一直觉得这孩子中规中矩，良活。再有，在生活当中，有些朋友说了，一些事情能不能通过这其中窥探出来？那您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嗯，好比方在电影院里边，哦，大伙儿经常性的碰见一些不文明的现象，比如呢，踢椅子背儿，啊，这个正常，对吧？都有共鸣，难免。好比方这边电影一开始了，是大幕一拉开，这边啊，大片上映，前奏音乐，噔噔噔噔噔噔，看片啦，都别吵吵，别说话，别吃隔壁桌的爆米花。手机静音，看片用心，小情侣回家再亲，啦啦啦啦！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都什么片儿啊？正经大片啊？什么？我听听，好莱坞大片啊！还好莱坞，乘风破浪的复仇者联盟的女性亲戚们，这名字怎么那么长啊？这名字直译过来的哦，啊，这是。之意啊，那主角都谁呀？主角太厉害了啊，有这个黑寡妇的姐姐哦，灰寡妇，嗯，对，灰寡妇，嗯，这姐俩命太惨了。哎，单休息，给他画一道，打外不打内，其中还有这个钢铁侠的妹妹，嗯，王凤霞，王凤，这哪个村的？这是，他俩一村的哦，他俩一村的，跟那灰寡妇灰寡妇一村一村的哦，嗯，怎么都村里的都是？一提村里了，后边还有一个美国村长。谁呀，啊？这不是一般的啊！哦，美国队长的他二姑。好，这仨是一村的。嗯，这里边说最厉害的是谁？谁呀，啊？鹰眼的弟妹叫什么呀？鸡眼。哦，鸡眼。哎呀，射箭好极了啊！怎么好极了？专门射人那脚底板。啊，对，那一块领域他比较熟悉。哎，就射人脚底板。废话，特别精彩，都是打斗的片段。打斗。一帮村里妇女啊，哦，互相的薅头发呀，各位，一帮是这样吗？哎。那您继续说吧，就说看着片呢，很精彩，有打斗的片段。哦哦，这时候后边有一大哥，是看着觉得太漂亮了。嗯，确实呢，大制作，不留心给前面这个当来了一脚。哎，不小心，前面这位做的也是一大哥。哦，问题很好解决。是，后边一看，哟，踢着人了，不是故意的，啊，心里有点虚。前面那一回头，兄弟，看电影来讲，观影角度和做人一样。我希望你脚踏实地啊，脚踏实地。你这突然给我一蹴而就，后边是不是还得分支踏来呀，啊？哦，我告诉你不能再踢了啊！是，再踢看电影里了吗？我薅你头发！哎呦呦呦呦！后边那肯定不好意思了。嗯，前面这位挺风趣的，化解开了啊，这就完了。对了，别的呢？换成女性了，女的那就更好解决了。哎，啊，你再来来，后边的踢了一脚不故意，前面那小姑娘，看着呢，哎呦，踢了一下，嗯，干嘛呀，哥？嗯。瞧你那无处安放的大长腿，嘿，
别提了啊，嗯，妹妹看得可专注了呢。是，啊，哎呦，你瞧瞧，这不都解决了吗？都解决了，都挺好。单独的画面下能解决，嗯，如果一男一女凑一块儿了，这可就热闹了。一男一女凑一块儿，后边要踢了一脚，踢到了前边这位女性观众的椅子背了，哦，那可就全坏事了。人算来了，好比我后边这啊，看着电影呢，啊，疼来了一脚，前面那看得特别专注，嗯。揪头发了，揪头发不敢看。这位什么毛病？这是，太血腥了。哎呀，踢我椅子背儿。嗯，他怎么踢我椅子背儿呢？嗯，我跟他说，我带老公出来了。我老公跟他说，这是情侣。哎，亲爱的，嘿，哎，跟说话呢，看，踢我椅子背儿。啊？哎呦，你说什么？电影院的，你小点声！你小在电影院里边，你说话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呀？嚷什么呀？什么事儿啊？好，这就小点声了。弱智吧你！不是，就那人在后边儿，就在那叫我踢我椅子背儿，那后边就踢我，哎呀，又来了，就踢又踢我一下，你看他管不管他呀？你这他妈的，你又让我踢，没完了。啊，你说后边那踢你那椅子背儿啊？对呀，媳妇儿，这不叫事儿啊啊。忍忍吧，是，你看我，嗯，我给你表演一个什么叫不用嘴嚼就能吃爆米花。这位男的后边踢得更厉害，你看见了吗？对不对啊？所以来说啊，在电影院这种情况下，都是女方希望男方出个观点给解决问题。不是，那我问问您吧，这个男女之间就没有观点一致的时候吗？当然有了，这就是好比方我们的产品一样。男生女生都喜欢的伊利古利多，鼓掌都是赞助商。长江后浪推前浪，古法养生一起浪。所以说啊，在很多时候呢，很多的问题还能给它解决掉的。没错，对吧？这才叫插播广告，插得快，拔得快。有时候也是观点能一致的时候，这是有些事儿能妥协，但是很多东西啊，每个人有自己的底线，有自己的雷尺。哦，现在年轻人也居多，是，咱们简单的聊聊天，还得聊聊聊天啊。哎，这个现在年轻人有时候觉得生活百无聊赖，哟，有时候呢觉得一个人比较的无助，啊，就下了，你要干嘛呀？下了很多的那种软件儿。乐了啊，啊，有的低头了，都明白，有的眼睛往边上看，嗯，啊，下那种软件是吧？饿了吗？嗯，饿了吗？对，饿了吗？对吧？饿了。就说啊，喜欢下一些社交类的软件，这个很正常，年轻人啊有自己的交友方式，是这个东西啊，仁者见仁。但是我个人来讲，这就是我的雷池。哦，如果我媳妇下了这东西啊，不行啊，你就不行，没完。哦，要么有软件，要不就有我，哎呦，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多横啊！不行，嗯，但你说这事儿换到王九龙的身上，那就不一样了。搁我身上，搁您身上了啊？人家要不说呢，人个高，思考的觉悟角度都高。对，这跟个高没关系，又太大关系了，是吗？仿佛说嫂子，人家下了一个这样的软件，我媳妇儿王九龙发现了。哦，第一件事不是跟人质问，不是跟人家说啊，哦，你为什么下这样的软件了？先思考，先琢磨，先琢磨琢磨。嗯，哟，我媳妇儿怎么下了个这样的软件啊？啊，是不是最近？我疏忽他了，先反省自己，我对他的关爱是不是太少了？是，哎，最近出差，经常性的不在他身边，嗯，是不是我自己做的太过分了？哎，想到这儿，王九龙想了一夜呀。哦，我媳妇儿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软件儿啊？为什么呀？他呀，啊，就是那样的人。哦，去你的吧！拜拜，再见。太磨叽，记着这个，不要那么磨叽。刚才这点玩意儿，比如说 再去掉三分之二的废话，这包就响了啊。顺嘴搭音儿的包，顺嘴搭音儿，对。哎呦，冒汗了还，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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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自己上去就演演，自己给自己演紧张了，你有这感觉吗，哥？那你是有说不上某一个包没响，或者说某一个垫儿脱节了？对，你没跟脱节了，状态掉了。什么呀？那你就没状态了。感谢二位的精彩表演啊！看得我真的是，啊，提心吊胆，哈哈。接下来也是一段相声，据我所知是一段群口相声。
很少见哈。表演者是秦霄贤、栾云平、张鹤伦，还有谁来着？杨九郎。有请。有了，这个我们四个人啊在一块儿说呀，还确实很新鲜，头一回。而且巧的是呢，这个云鹤九霄啊，还真是，哎，这每个科呀还都出了一个人是吧？是，我们派一代表，不敢说是派一代表啊，我们也代表不了云鹤九霄，哎，对，只不过就是代表不同的年龄段吧，哎，差不多是吧，是吧？哎，对了，这回呢，我们单位有这么一个小课题，要评选一下好男人，哎，就是主题呀，这个，李湘贤，谢谢啊，怎么还有王一博啊？大家这个呼声都很强烈，确实是王一博，那个有人还喊。郭德纲喊得漂亮，加分了。郭德纲先生绝对是个好男人，对，对社会啊，对家庭啊，以及对咱们单位、对徒弟们，他是关爱呀，是绝对是好男人。但是他不参评，哟，很遗憾了。哎，主要是在咱们这里边得评选一好男人，就咱四个。对对对，那咱们现在这样啊，哎，我问你们几个问题，当然这问题呢，我们认为很犀利，也许您认为不犀利，但是我们也就只能做到这点了。看看你们几位怎么回答，好不好？好啊，行吗？出个题我们听听。哎，这头一个题啊，是，咱听听犀利不犀利啊？哎，就是比如说。哦，你媳妇儿或者你的女友，我们另一半呢？哎，对，的闺蜜哦，凌晨一点，拍了拍你，列位，你们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我没有女朋友。不是，哦，你先回答是吧？你打算先答是吧？哥，好，你来，拍了，我站哪儿？我您那边，要不我抱着他得了，我这您那边，没地儿了，这个好，就是半夜一点，你女朋友的闺蜜拍了拍你，我没有女朋友，不是，你没有女朋友，不是这个就是个比喻，你不能比喻我有女朋友，你这个事情非常严谨呐，你得告诉我女朋友叫什么，没有，你。你随便找一女朋友，我现在都能随便找个女朋友了。你随便找一女朋友，不行。不是，那咱这得提，咱得这得成立。你得告诉她叫什么，她多大了，星座是什么，我得跟她合不合呀？我们俩，胖瘦怎么样？最起码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我女朋友啊，不能比我聪明。你太难找了，要不然你太难找女朋友。要不她说的话我也听不明白呀。这是不是这个问题？不是，试试你说问题都可以，但是咱们得让我这问题存在和成立。那好啊，你刚刚问什么？你女朋友的闺蜜半夜，我连女朋友都没有，我哪来的女友闺蜜呢？不是，让她得找一个闺蜜呀。闺蜜叫什么？你女多大了？不是，星座是什么？她挺处女。你得告诉我呀，我们俩有合，我们俩晚上她怎么拍的我？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什么问题？我在床上正睡着觉呢，突然有一小手上来，就嘣嘣嘣拍，你多瘆得慌啊！不是这，你想的太瘆了。他不是拿小手拍了拍你，他是拿手机拍了拍你，拿手机啪啪，拍不行我也是。他手机他上面有一功能，就是拍拍你。微信里，你是真傻还是跟我这装傻呢？微信里啥时候有拍拍了？你醒醒，演出呢？怎么拍呀？就一摁的那头像就拍了，啊，就那个呀？对对对，他拍了拍你，你怎么办？你回答。这会让我过来了。
不是，他这没词儿了是吧？他就不答了是吧？我他能放弃一分啊？哥，我跟你说，你要再聊一分钟，你得埋南京。我跟您说，太烧脑了，跟他聊天。这个问题，你问什么？你再问我一遍。他也没记住，你也没记住，捋捋思绪啊。你女朋友啊或者你爱人的闺蜜半夜一点拍了拍你。我媳妇儿的闺蜜一般都拿板砖拍我。你怎么得罪人家？不是，就说你说那拍怎么拍啊？怎么又一这样的？不是手机，手机拍你跟聊啊？跟他聊。对，你得问他呀。哦，手机你得问他呀。嗯，比方说拍一拍是吧？哎，问他呀，为什么拍我呀？哎，你这怎么这是？发过去了，我这还有口技，我也放一屁股。他一会儿，这是来信息了，震动，回信息了。哎，这儿，你睡了吗？我别着急啊，那闺蜜等于回来睡了吗？对，问我呢。好，好，那你怎么办？回她呀。睡了，怎么给你回微信啊？哎，这你。又发出去了。对，好，这撤回不了了。他又来了，这是讨厌，就回了一个讨厌啊，就回讨厌，那边回讨厌。对啊，哦、没赚了好，那该你了。我就问他呀，这个你老公睡了吗？咻，发出去。哎，他回信息了，我老公。他早睡了，他不像你，毕竟人家是总队长。不是，就这么回事儿。我很简单、啊。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等于是，我媳妇儿半夜拍了拍你是吧？对，太怕。恭喜你了，恭喜你了，恭喜你了。我太怕，我睡不着。行，就聊聊天嘛。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了啊。多种感觉。就是如果你是闺蜜要拍了拍你呢，你还是回复。那当然了，还是跟他聊聊。得问为什么拍啊？行，聊聊天。明白你意思了。哎，该你了。你这颜色还是真环保，是吧？咱们的问题刚才我听明白了，就是我的另一半，我媳妇儿她的闺蜜凌晨一点拿微信拍了拍我。又跟您说一遍，对吧？是这问题吧？对，她的闺蜜凌晨一点拍了拍我。嗯，她为什么凌晨一点拍了拍我？哎，确实是这问题。她为什么凌晨一点拍了拍我呀？确实时间很晚了。哎，她为什么凌晨一点她拍了拍我呀？这道理在哪儿？他是不是群拍呀、啊？不是，这玩意儿有群拍吗？没有群拍，群发是吧？对，没有群拍。那就是拍我，就是拍你了，是吧？就是照着你拍呀、啊，就是。他拍我，他是不是想拍我媳妇儿啊？他要拍我媳妇儿的话，他直接就拍我媳妇儿了。对呀、啊，他是不是想让我媳妇儿拍拍我呀？那他拍你媳妇儿多好啊！说的是他，那他就是他就是针对拍你。他是不是拍我的话，他是不是怕我睡不着啊？那你拍呗，不就更睡不着了吗？那他是不是怕我睡眠质量不好啊？一拍睡就更差了。那就一定是有正事儿，正事儿有正事儿，有可能有正事儿的话、他是不是找我接快递？他拍你，让你接快递，到付是吧？不可能、啊，不可能。那他是不是找我？他是不是找我有演出啊？商演，哥，你太财迷了，你太财迷了。演出没有半夜一点拍的演出啊？他是不是缺捧哏的呀？不，这都不对是吧？这不这都是好的。你死心吧你。他万一有什么急事儿，有什么坏事儿呢？万一他想到坏事儿了，有危险，那闺蜜有危险。他万一有危险怎么办呢？对吧？对。万一被坏人劫持了呢？他都已经被坏人劫持，他要拍拍你。他提醒我呀。他万一他迷路了呢？迷路的要拍拍你。对。
所以说在人身安全方面一考虑的话，那其他的问题那都一切都不是问题啊。好，所以我必须果断的怎么划开平锁，谁是把他拉黑。生死不管，不管了，不管了，我媳妇儿闺蜜，我媳妇儿管，对吧？对，有事儿拍你媳妇儿，是不是？拍我媳妇儿可以，拍我干嘛呀？好，一个是没回答上来，哎，一个是跟人聊两句，对，一个是果断拉黑，对，好，哎，咱下一问题，好，还有问题，还有问题啊？您说，哎，这个前女友管你们借钱，这怎么办？先问老秦吧，哥，好吧，是，你也缓差不多了，好吧，哎，是不，我又得扒拉开了吧？不，你可以上这儿来，哎，来哥，来，哎，咱们见会儿，我怎么没想到啊？你可以上这儿，我喜欢挨着暖男，温度在这儿。你前女友管你借钱，这怎么办？因为毕竟啊，谁都知道你是富二代啊，连你父亲都知道你是富二代。我父亲知道吗？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你前女友管你借钱怎么办？前女友？嗯。我没有前女友，啊，不是你得有前女友啊。我怎么就得有个前女友啊？刚才你女友那闺蜜不已经拍了你了吗？就是那个女友前边那女友。女友，前面的女友。嗯。她叫什么呀？又来了。她多大了？多大？她星座是什么呀？你怎么那么注重这星座呀？那当然，我很注重这个的。啊。不是，那也得有人管你借钱呢。跟谁？跟我借钱？跟你借钱。我有钱吗？我？你不是富二代吗？谁告诉你富二代就得有钱呀？嗯，这什么逻辑？我自己一个月挣多少钱？你不知道吗？我知道一点儿，知道一点儿。700块钱。是700块钱。还跟我借钱呢？就借700。不是。你甭管你有没有钱，和你我跑这梭哈来了，我跑这儿、啊、有多少钱？不是，但是人就借了，你怎么办？不借，就不借，不借。为什么不借？你自己都过不下去了，我上哪借他借我呀？那如果你有钱，你借不借？不借，也不借。对，态度就是不借，就这么倔。好，你态度就不借了是吧？行，你也行，这样。你到我了是吧？你站着不用动就行了。是我知道你问题，我不用，我跟他一样，不借，你也不借，对，必须的。不，他凭什么借钱呢？都分手了，当初干什么了？因为什么分手啊？不就因为找一个比我强的吗？这会儿好想起我朝我借钱，再说按理来说不至于啊。嗯，栾云平比我挣得多呀。你搞什么？这好。这挺好，给栾明加一点儿，亲爱的，给您道喜了。我说就你这样，你平时好男人，你也不是什么好员工了吧？哎，别呀，好好聊，哥。哎，哥，你怎么样？咱演完出，我大褂给你改一帽子，好不好？哎，问到你了，借不借？哎，我了，借钱是吧？借钱。跟您说，要借钱啊，算找对人了。好。哎，我这人最大特点是什么呢？是挥金如土。仗义疏财，这是优点。哎，得借钱。您说谁那没个马高凳短，那揭不开锅的时候啊？对，都有点困难。是，该借就得借，得借。哎，谁我都借，谁张嘴我都借。嗯，谁跟我借啊？谁跟我借、啊？你前女友？我前女友管我借。对，我前女友，她为什么要管我借？有那么续费、哎？我前女友她为什么？管我借呀、啊，这是逻辑重音。哎，他为什么跟我还提借呀、啊？对，你说这确实，您分析吧，这每个字都很重要。他是不是群借呀、啊？这没有群借的，那是骗子了。我老惦记这群借，不是，是这样啊、嗯。我觉得是，还是不能说不借，又不能说不借。对，那就是不借。哎，他是不是想管我媳妇儿借呀、啊？但是呢，他要管我，他要说管我借是吧？他管我借的话呢，我还是得管我媳妇儿借，是吧？这
就是我们俩的事儿是吧？我就是我跟前女友之间的事儿，没有我媳妇这里头。对，没有我媳妇。对，没有我媳妇就是我们俩的话，你说毕竟我们俩曾经是相爱过，是有过那么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看，你要说我直接回去，我告诉你我不借，您说也挺伤和气。那你就借，那我说不借，那就算好男人了吗？那就算好男人了吗？也不一定。所以说不能说不借，那咱就借他就完了。借也不行，借那怎么办呀？我把他拉黑，又拉黑一个，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这么一会儿拉黑俩，拉黑俩，对，这样就省流量了。明白了。你俩人都是那个不借不借不借的是吧？哦，必须不能借，都不借是吧？行，那咱还有一问题啊，还有一问题，最后一问题了啊。哟，最后一问题，对，可到最后一问题了，不容易。两家啊，一个是自己父母，一个是媳妇儿父母。哦，过春节团圆饭。在哪儿吃？问题都很犀利啊！是，行，先问老秦吧，好吧，先问老秦吧。哎，我哥，哎，我问个问题呗。什么问题？就我23啊！你问的这些问题，就最后，尤其最后这一个，我也没经历过呀。哦，他岁数小，畅想一下吧。对，那你得设计了。畅想一下哈，现畅想。什么问题？就是这两边，一是亲爹亲妈，亲爹亲妈，一个是媳妇儿的亲爹亲妈，双重父母。哎，过春节这年夜饭，咱选择上哪儿吃去？哦，到底去谁家吃？集体都去吗？我们一家子，就比如说我带着我爸妈去他们家吃，还是他带着他们爸妈来我家吃，不是，是不是这意思？这你就自己组合吧，乐意带谁不带谁的，就看大家人缘吧。那我得问一下了，女方的妈妈什么星座？这两边的人一组到一块儿，人家聊不来怎么办呀？聊不来，你怕发生冲突？而且我们家呀，您可能不清楚。我们家天天都过年。这是什么意思呀？家里有钱无所谓。他又有钱了，他一会儿有钱，一会儿没钱。家里我没钱，家里有钱。哦，我明白您的意思。无所谓。哦，天天都过年，对，就等于不过年了。哎，对，好，哎，这位朋友，来，我跟人不一样，人家有钱，天天过年。咱不一样，您一年就过一个年，一年就过一个年，你看这话多有道理。咱正常人啊，是，但是你要说这两家，啊，过年了上谁家过去？对，依我说都不去，都不去。对，当然了。我也不说那上我媳妇儿闺蜜家过年，我也不这么说，完事了。姐，我们不招待您。您家有钱没有吧？哎，两家都不去，上饭店啊？哦，饭馆吃。对呀、啊，这也可以、哎、找一饭馆，离两家在中心找一个。哎，这饭馆离两家各坐公交站，够十个站，十站地，十站地，不偏不向。明白了，找一中间，到那儿。当然了，要说。谁掏钱呢？对呀、啊，你这外边吃饭，你得有消费呀、啊，不能让我爸我妈掏钱。怎么？老两口子不容易。好，也不能让我岳父岳母掏钱。对，人家也不能掏这钱啊。老两口子也不容易。对，哎，不能让我媳妇掏吧？啊，我儿子更不行了。不是，那您什么意思呢 ？AA 制。哎，这个过年吃个年夜饭。公平啊，都得 AA 制，别打架。行，人也是个办法。对，好，又到你了，又到我了。咱们问题是什么来着？双重父母到了这春节，到底上谁家去吃饭去？对，对吧？啊，春节，春节呢是咱们这个华夏文明炎黄子孙最重要的节日了。这得要上课了。对了，这最讲究的是什么呢？团圆。对，就是这团圆，就是这团圆饭。对，对吧？对。所以说呢，咱什么问题？上谁家去吃？对，是吧？对，上谁家去吃呢？啊，咱们去哪儿吃呢？这就是咱们这问题了。对吧？上我们家吃来吧。那就上你们家吃去。上我们家吃来啊？谁做呀？谁做呀？谁做饭是个问题。对呀。谁做饭？谁做饭呀？这个，让你父母做吧。我父母做。对，我父母多累呀。我岳父岳母干什么的呀？那让你们岳父岳母做。那在我们家了，我岳父岳母做，那像话吗？那啊，你做小辈儿，那你做饭，我做饭，对，我会吗？不是，那谁那都不做呀？都不做，你上我们家做去啊？你上我们家做去啊？别，这我媳妇闺蜜，你知道吗？
我上你们家做饭，我做不着这个。你做不着饭，我不做。你不上我们家做去，不做。你要不做饭，那我们家就不吃团圆饭了。你们家就这么梗呐？废话，我问问你，我问你，团圆饭对吧？对，是团圆重要还是饭重要？那还是团圆更重要。对呀，所以呢，我们广团圆，不吃饭。这也挺轴啊。好不好、你不做饭我们不吃，我们不吃、你总队长对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大家伙呢聚在一块儿，对，就在那待着，对对，就在守岁嘛，守岁嘛，对吧？守岁嘛，是吧？一帮人呢也不吃不喝，不吃就往这儿一坐，对，你这不是守岁，你这守灵呢。反正就这样，我们也没钱，我们一到节日我们也穷，我们节穷是吧？我们也是啊。杰兄在里坐着是吧？对，这个我明白你们这意思了。这个你是这个广团圆不做饭，对，好不好？你是这个 AA 制，对，人家基本是天天过大年。哎，不是，就你们仨这样能当好男人吗？哟，呀，能？评选吗？一回这微信，人家拍了拍你就给人主动回，聊聊吗？聊出花来怎么办呀？花还不好吗？你这个是拍了拍都不懂，你这装耳充愣啊？你这个直接给人拉黑了，你早干嘛去了？你在拍之前就得给人拉黑了啊？这像话吗？什么叫好男人呀、你对社会你得有点贡献呢、对家庭你得有点担当啊，对父母你得孝顺呢、夫妻得恩爱，对孩子得教育啊。就你们这儿能当好男人吗？好男人什么样啊？什么样啊？听我这样啊？是这样啊？刚才给大家听了一段精彩的相声啊，确实是第一次演，也是临时创作的。这两天大家都在一起创作这个新节目，看不出原来传统相声的影子，也听不到传统相声的感觉，对不对？演员们很努力，接下来这个节目就更精彩了啊，是一个人表演，有请这个邵先生啊。刚才呢咱们也听了两段相声了，这个大家伙说的题材呢其实都是为了咱们今天所有在座的各位女士们啊，为了给大家伙多开心了。当然我觉得他们说的这个没说到点儿上，那为什么呢？咱们其实这个一场演出来说啊，包括咱们昨天做的这个题材啊，包括人家问的这些个问题啊，都是通过一个女性的视角来检验男人，想让大家伙听听我们男人对女人来说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看法，还有包括男女之间这个恋爱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程度的一个东西。其实大家伙你看，这就是80、90、00啊，其实大家伙可以随便问问，这个男女之间搞对象最重要的是什么？80后这边，您看，您觉得这个男女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信任吧。信任，啊，那您结婚了吗？没有。那何以来的自信谈到了这么两个字儿的？啊，那有80后有结婚的吗？您结婚了吗？您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平等互爱。你看人家结了婚说的就不一样了，人家要求的是平等。瓤子，他这抱圈他怎么来瓤子？去，睡会儿吧。也不能不看。90后这边，您各位觉得这个搞对象男女之间需要一个什么信任程度啊？以什么最重要？人品。人品，你看你肯定没有对象，对不对？你还停留在人品这个阶段。就说明你还没有够到那个人。就咱先说说谁搞对象了，90后。啊，你看你问啊，你问一天天也不知道瞎忙个啥，就是这是务实的孩子，这是啊，搞对象了吗？那个男朋友多大了？比我小一岁。这，哎，给鼓鼓掌，这是优秀的女人啊。看看人家现在已经就往下游发展了啊，你们要注意了，再找人就找你们这儿来了。这节目不在参评之内啊。属于热场。你觉得那个男女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嗯，
偶尔要创造一点小浪漫吧。你看，这就是男朋友太年轻，还需要偶尔创造，这不天天都应该是浪漫的吗？哎，这还差这么一位，咱们你有过？这不能问，对，那个这个不好问啊。这个你认为男女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真诚，享受当下。哎，这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啊，这话说的特别好，啊，我实话实说，我认为啊，我要是女的，我找男的，第一来说得聊得来，是吧？第二来说，这男的得有责任心，是吧？第三来说，我觉得得有安全感。你就磨分死我了，没完没了的，哎呀，对，你还让他使对儿的吧，对儿的时间还短点儿。这以后这得有要求，不能过多长时间，对吧？男人也需要，我们这样的也需要安全感，对不对？你像我媳妇长得那么好看，把她一人留家，我出来工作，我也没有安全感。你有安全感吗？我也没有。你差点就跳坑里去了、啊、这个确实是我们男人也需要安全感。当然你说怎么才能说马上说给一个女生一个安全感，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任何一个场合当着所有的朋友们宣布我有女朋友，我有媳妇儿。本来说比如说吧，我跟我们小周啊，我妹妹见面了，哎，我说你长得真好看，我说你戴这耳环，哎，你嫂子也有一个。下意识的，咱们就把这我有媳妇这事儿就告诉人家了。嗯，都舍不得掐。嗯。还有那个眼线笔，眼线笔是那个颜色的，我有你看，指着那个应该掐的找这效果。您这什么东西？平时我聊天我也是，一出去跟外人吃饭，哎，我媳妇就爱吃这菜。遛狗也是，我媳妇也有这狗。就随口就把有媳妇儿有孩子这个事儿长期的我就经常的挂在嘴边。我不像我们单位有些那个相声演员似的隐婚，隐什么婚呢？我也不知道啊，我就光明正大，我人家都怕人设崩塌，我不怕，我就是恩爱秀得越狠，人设站得越稳，就这一块头子。是吧？换个台吧，好吧。把遥控给我，换个台吧。对，看看新闻也是好的。还有人说是怎么能快速的达到一个男人跟女人之间造成一个安全感？家里这钱谁管？我媳妇儿这个跟我说，你们北方男人啊，花钱大手大脚，你们不会理财。我们南方女人，我们会管钱，我们会理财。我们要买小黄鱼的，对吧？所以说现在我们家里的钱都是我媳妇管，但是之前在结婚有一段时间依旧是我管钱，那段日子就是哎潇洒，你说到哪儿出去都是饼哥结账，来随便随便结，男孩买东西就痛快，钱花的就是快，这要了，这要了，打完包转身出门，那老板出门还送咱呢，人那喊得有气势，一律两元一件，一律两元一件，两块钱买不了吃亏，两块钱买不了上当。但是我父亲一直跟我说，儿子，你这给媳妇钱是吧，但是一定得留点私房钱是吧，男人得有点私房钱，该站起来的时候咱得站起来，你知道吧？你出去，你一个场合，你没点私房钱，你拿不出来，你丢人。我说这倒是也道理，有道理啊。行，爸爸你快起来吧，地下挺凉的。来，就是我徒弟就完了，真的。嗯，那于老徒弟早骂街了。而且我发现这个女孩啊，有一个购物的黑洞，就是她每个月必须要掏出一部分钱来去花掉。就是你要不给他买这个东西，他也会买几个同样价格的总数的东西来填充到这个黑洞里面去。有时候你这个想象不到，但是我们实话实说啊，
这一点让我觉得有一个前辈是我们这行里边做的最好的，就是我师父，挣得越多这个黑洞就越大，你们可想而知我师娘的那个黑洞有多大，就是手里边松，不留钱啊，有钱就花，开心嘛，对不对？买大包小裹提溜着好几个大啊，什么 LV 的、爱马仕的，叮咣五四就拉一车回来了。我师傅啊，回来了，挺好，上楼吧。当时我觉得我师傅心里边啊，应该想，这是，两部济公传的钱，一个开箱的钱，你们还乐，都是打你们兜里掏出来的钱。谢谢大家，我是烧饼，谢谢。说抵就抵啊，他妈的突兀，突兀可不是无咎，我就没听够这个，意犹未尽。接下来，请您欣赏一段对口相声啊，这个孟鹤堂、周九良。哎哎，说相声呢，哎，你怎么了？哎呀，这个麻硬啊！我说前两期不是，你了解女人吗？你知道什么叫女人吗？你知道什么叫女人心吗？不是，我不。你不懂。汗脚。不是怎么了？你孟哥，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你。您等会儿，你先等会儿。知道什么东西吗？什么呀？这只要是贴身上啊。这是你媳妇吗？嗯，我一贴身上，你媳妇就上身了。上身。你先等会儿，我门口烧点纸去啊。你烧什么纸啊？什么叫上身啊？你说的怪吓人的。这是个高科技，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让男人体会女人的心理，神奇贴，只要一贴上，这里各种女人心都有。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这是你媳妇的。不是，你先等会儿。啊。理解女人心，对，体验女人心，对，你应该理解女人呢。行了，歇会儿吧。应该体谅体谅你媳妇儿。歇会儿，这是个伪命题。不是你琢磨琢磨她是怎么想的呀？不用怎么想的。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啊，女人就是比男人幸福。你琢磨琢磨，女人啊，小时候爸爸疼，长大老公疼，老了儿子疼，男人呢？小时候让妈管教，长大了媳妇儿管教，老了女儿管教，我们是男人，我们不是犯人。不是，我就让你理解和了解一下女人的思维，女人的想法。甭说别人啊，甭说别人，就说我跟我媳妇儿。你媳妇儿怎么着？我们俩人用不着我理解她，应该她理解我。凭人凭什么理解你、啊、还凭什么？凭什么？我跟你说说啊，嗯，你就看我平时出门上班挣钱，是吧？这我都知道。他在家里头任门不干啊，这我也知道。嗯，不是，这不你跟我说的吗？你老念叨这事儿 是他任门不干呀、啊。嗯，我出差一个星期，回到家就住两天，他还让我干家务。凭什么呀？外边干完活，回家还得干活。最可气的就是。哎呀，提起来我个大伙儿全是泪呀、啊！最可气的就是早上上厕所的时候，我这上一半，只要我媳妇儿往门口一站，我必须起来给她让位。等她完事之后，我再回来酝酿。你告诉我，你们家上厕所带翻场的？嗨，那难伺候。你对你媳妇不满是吗？不是不满，你对你媳妇有意见是吗？不，你跟她聊聊啊。她这种女人啊，是这么，呸！
就不该理解他。你我他应该理解理解我。我建议你跟他聊聊。我多累呀、啊，见天的。周九良，你催谁呢？啊？咱有话当面说成不成？呀、啊，这就上事儿了。背后嚼舌根子。没没。家里不敢言语。嗯，没没。啊？不。周九良，我就问问你。我平时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我跟你吵过架吗？啊？有，不是。行，那今天咱就吵一回。不是，怎么就吵上架了？我问你，周九良，手机怎么回事？啊？手机？手机为什么不让我看？里面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啊。怎么能让我好奇呀、啊？不是啊，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你这人不讲道理，讲道理，我跟你谈感情，他跟我讲道理，他这话有道理，还讲道理。咱不说手机的事儿，嗯，最近的朋友圈为什么没有我的照片？不发你的照片，为什么没有？哎。哎，你昧良心了可！我怎么发你照片还？啊？我替朋友转发一条寻狗启事，我还得贴你的照片，我还想怎么发你照片？你最近那条就没有我？废话，那条我悼念我舅姥爷去世，我贴你照片啊？不讲理，蛮不讲理就是你。咱不说这事儿。你还想聊什么事儿？每天我到洗手间，我的牙刷上准有牙膏。啊，最近为什么没有了？你是不是忽略了我？鞋油用完了，不是鞋。你拿鞋油护？我忘了。你拿鞋油护的？那是忘了吗？忘了。那是不在乎了，你知道吗，周九良？那是不在乎我的心。你知道吗，周九良？不是，我不是因为你不挤牙膏我就跟你吵。我睡这里面有多少的东西？你不在乎我，你忽略了我，你说你工作忙，我呢？哎呀呀呀！对，我跟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你说，你老也不回家。一个月出差，有半个月吧，回家住两天。我这人晚上爱做噩梦，你好不容易回来了，我做噩梦你还不哄我，还跟我生气。废话，你做噩梦，你做噩梦醒来抽我俩大嘴巴子。凭什么呀？我还得哄你。你知道你在我梦里都干了什么？渣男！那是你的梦，我哪知道啊？你毁了我的梦。不是你这做噩梦，这放一边啊。你这做噩梦我不担心，知道吗？我可以哄你，但不能天天做噩梦啊。啊，我两边脸都让你打肿了。打肿了？嗯，我问你，周九良，你干的都是人事吗？啊，那天我睡得着着的，他起来啪给我一大嘴巴。我问周九良怎么了，他问我疼吗？我疼吗？我心都在疼，周九良。我说我疼，他说什么？女人就是用来疼的。这不给你抖个包吗？这不是？我跟你过日子，你跟我讲相声是不是？啊？小幽默是吗？这日子还能过吗？不是，还能过？你别着急，集美们，你们觉着还能过吗？离婚。什么？你什么就离婚？不是，哎，孟哥，你帮帮我吧。
弟妹，弟妹，不是不是，行了行了，弟妹，人耍起脾气他就不一样，你就过来，弟妹，咱这玩意儿说，还哭呢，还哭，有法过吗这个？咱呢该离就离，不是那个咱什么该离就离，咱也不能说离就离呀，对不对？我跟你，你听我说，弟妹啊，你听我说，我跟周九良，我们俩在外边确实很忙，他什么样我都了解，他确实啊，天南地北的飞，你想，对吧？我知道你们忙，是我知道，知道他为什么忙啊？他忙的不为了挣钱吗？挣钱养家呀，钱不都给你了吗？对不对？我需要人陪伴。我需要是人的陪伴。是是，你就拿朋友圈来说吧。啊。为什么逼着他发我的照片？是，我也纳闷。我不好看吗？那倒是，不是那不是，我说那倒是不应该是逼着人家化了妆以后跟烧饼一模一样啊。不是你就别糟践烧饼了，就跟猫头鹰似的啊。咱就说，我说为什么老让人发那朋友圈？人他之前从来没有发过朋友圈，没发过照片，从朋友圈里没有看过你的照片。对，因为这事吵架了，吵了好几回了，然后才发的。你琢磨琢磨，哥，渣男，绝对渣男，周九良不是好东西，是不是？你说的太对了。没错吧？太对了，没错。还有什么事？他不发我照片啊？他怎么想的？他不想让谁看见我吧？那这个多了，不是那个，这不能那么说。弟妹，我跟您这么说吧，周九良啊，他是有工作那个号，那可能是这不提啊，这不提是，就说做家务啊，说我闲着，对，你人在家不干活，让他做家务。您回来休息两天，他一个月回来几天呢？让他干两天活，平时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做家务啊。是，他怎么不说呢？回来以后往沙发上一躺就玩手机，啊？哎呦，那应该多应该让他做做家务，为的是让他融入到这个家里。是是，没错没错。让在这个家里头给他多一点影。哎呦，这也是说的对。我有错吗？没错，没错。有错吗？没错。啊！行行，这个我，你呀、啊，这个、哭得有点难看。你可听同仁堂。还有、啊，还有什么事？我跟你说，他说我乱花钱。哎，我有一回是为自己花的，有一回是为自己花的吗？啊？花哪儿了钱呢？周九良吃喝穿戴都是我买的。他父母吃喝穿戴、哦、平时家里的花销都是我给他买的，这钱也是周九良挣的，对不对？他没有时间顾家，我替他顾家呀。啊，这都得想到了。对，是这么回事。你们忙我能理解，你应该理解，我知道你们忙、嗯、你们都辛苦了。嗯，但是怎么了？逢年过节我自己一个人去看父母的时候，谁能理解我呀？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是这么回来以后，眉毛不是眉毛，鼻子不是鼻子，你说周九良这种人能不能跟他离？离离，我同意。我不同意。这应该是梦给他离，我不同意。离吧，怎么了？不是你不是劝架吗？周九良，我发现了，你听你媳妇说什么了吗？啊，我这，你不纯属一渣男吗？你我让你劝架，啊、不是我这。劝我先说你，我怎么了？你的朋友圈怎么了？怎么不能发媳妇儿啊？不是我那是工作嘛，这、啊、都是工作。工作。再一个，你说你干的事儿，你为了报复人给一大嘴巴，啊？不是，那小灰屑嘛，那不是？你那是灰屑吗？嗯，脸肿半天，对不对？不是，你听我说啊，不是，男人出去干活，为什么？嗯，养家糊口啊，咱得不能忘了咱有家。对对对，对不对？这是你干多少活回到家来，
得养这个家，你家里还有媳妇儿呢。不是，我现在我你得多听听你媳妇儿说的是什么。不是，她现在听不了，而且你得体会她的心理，你站在她的角度去，你考虑，你考虑过吗？是我应该你没考虑过。我以后我经常考虑她的感受，对不对？要不然睡觉还抽你大嘴巴。这是我的错，这是我的错。是不是要我跟你睡觉，我也抽你大嘴巴？对吧？真是，我疼你知道吗？不是疼，不是。就是说你他现在跟谁的话都不听怎么办呀？不是，我也说不通他呀，我也让他给说服了。那怎么办呀？你得劝。咱们啊不懂女人心，是那谁最懂女人心？还得是女人最懂女人心。对不对？我媳妇儿也来了，对不对？我让我媳妇儿给你劝劝。劝劝我媳妇儿。你觉得怎么样？这能行吗？咱试试啊。可以。对。咱试试。哎呀，哎呦，弟妹呀、啊！行了，别哭了，扎心呐！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他们老爷们儿呢都忙，一忙起来咱就九霄云外了，忘了咱们。是，没事儿，这有什么的呀？我这不也是吗？他们出去工作去，对吧？家里得有人看吧，得有人管吧，老人孩子得有人顾吧。对不对？我也是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放弃了自己的青春，对不对？嫂子，您也一样，咱们都一样。哎呀，如果我要说出去工作去，真有意思。嗯，我挣不过他小子。啊，他们，我挣不过他，不就是说相声的吗？说相声有什么？周九良就不会捧哏，孟鹤堂就不会说相声。呸！谁说女人说不了相声？咱们。咱也能说相声啊，能说相声，咱说相声、啊、有什么不能说的、啊、不就是俩人站那叭叭叭说呗，臭贫谁不会、啊、你听德云社最近招聋子科学员了吗？对呀、啊、咱俩去报名啊，以后比他们挣的还多呢，我告诉你。哎，我都想好了，以后我一名我就叫金龙鱼。那我呢、哎、我都给你想好了，我就你叫小龙虾。笑死人了。刚才我们来听相声来着啊，你们大伙儿也看了半天，喜欢他们的节目吗？喜欢。哎，救不了你们了啊，因为我们在旁边那屋也看着来着，我跟于老师踏踏实实的睡了一觉啊。刚才这些孩子们演出，于老师最喜欢谁的呀？我觉得，相对来说，对那个四个人的群口相声，我还是比较喜欢。在我们那儿听见效果，就听见抱洋酒郎饼，就是，就可见人这个人缘啊，他跟长得丑俊的没有关系啊。好吧，这个演完了，咱们得打分了啊，得干点正事儿。台下是三个方阵，这边是80后，这是90后，是这边呢，0后。哎呦，每个年龄段呢。还都按不同的颜色给他们划分了一下啊！你们回头瞧一眼，你们座上是不是都沾着色呢？于老师，您觉得咱们头一番怎么来好啊？您挑个颜色吧，那就我挑啊。那我挑的话，行，那咱们说刚才说绿色的，我看多一些哈。哎，那我们就选红色，好吧？请红色的女孩们啊，现在站起来。由打这边出场啊，给您心仪的喜欢的演员投票打分啊，来请。好，谢谢各位啊，他们出去了。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些演员里边有一个幸运者啊，这个人的名字叫烧饼。哎哎，为什么你是幸运者？因为在昨天的这个投票和比赛当中，我成功的和我们的大小姐啊，这个牵手成功，对，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啊。他由于昨天的录制节目当中表现非常的出色，所以按照节目的规则来说呢，他今天会得到一份奖励，将会有10位啊女观众会单独给烧饼投票，
但是这个呢需要让烧饼自己来挑选了。可以选我，也可以不选我，但不能选别人。这十个观众是这样，哎，咱们就90后这个方阵吧。刚才出去的是红色，那咱们就绿色。耶，十个，1、2、3、4、5，好，去吧。哎，好，谢谢各位，谢谢啊。这个现在正在投票过程当中，我们待会儿等一下最终的结果。谢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大家辛苦了，希望你们开心，谢谢。谢谢。好的，这个是观众给你们打的分，投的票啊。还有我跟于老师两块展板，还没有最终揭幕。来，先看看于大爷这块。王九龙加一票，栾云平加一票。嗯，那么恭喜栾云平以一票遥遥领先。谢谢大家。而且他还不骄傲。我骄傲不了。王九龙，你刚才几票？刚才2票，现在你是3票了啊，还要努力。好，来看看我那块。啊，您比我这还利落。那是，我只是给尚九锡减了一分啊。你问问你谦大爷，为什么你们俩一对儿啊？谦大爷给王九龙加了一分，您告诉他一声。王九龙的良活方面，可以说四个字来评语：中规中矩。实际上，良活的做到这份上，已经及格了，甚至比及格线要高了。啊，你要出得来东西那是很好的，出不来东西能够完全的，辅佐逗哏的，让逗哏的发挥，来拖住他不搅和，这已经就做到非常好了。九龙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这是踏踏实实的中规中矩在台上。谢谢大家。这个分数如何是观众的打法啊？哎，咱们自己人，比如说我跟谦大爷的评价，这其实是另一回事啊。但是还真是不错，嗯，咱实话实说，王九龙，尤其最近几期，每期都看见长啊，这么好，这是有什么家庭背景吗？啊，那得问您啊，那得。哦，好好好，那么说回来了，俩人一对儿啊，为什么那个加分，这个减分，对不对啊？哎，毛病就在这儿。你看你们俩说的时候，观众也笑也鼓掌，你可能纳闷，这委屈我们了，哎，这个怎么说这么好还减分呢？你们今天这个节目最大的特点，给你们评语就是啊。记住了啊，打外不打内，这个蒙外行可以，他也鼓掌他也乐，但真正比如说关上门坐在屋里边，咱们用行业标准来说，这个不行啊。不能说你们是诈骗，但最起码来说在水平上有问题，不会捯饬活，不知道重点，不知道哪儿该掐哪儿不能要啊，这个你为了你开心这不行，明白了吗？明白了，师傅。如果这个不成的话，那以后说再往上走那很难，所以给你减了一分啊。所以说相声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需努力啊，你们还得努力，来吧，该减的减，该加的加，我们需要看一下最终的结果。从后往前数，并列第一的是栾云平、张鹤伦啊，两位很棒、哎、不错不错、啊、再接再厉，因为也不能再往后努力了、啊、对对对对，比他们稍强一些的是并列第6的尚九锡、秦霄贤。嗯，金孝贤，这个结果满意吗？特别满意，我觉得我应该是最后那个。好极了啊！他完全是含着我。哦，那不是，我们不是。我的天哪！俩人这点仇还没消呢啊！我听出来了，不着急，有的是机会啊。第5名王九龙3票，第4名周九良5票，第3名孟鹤堂7票，第2名杨九郎8票，第1名烧饼9票。但是这个还不是最终结果，因为我闺女铁锤这儿还有一票啊。铁锤这个生长在南方，他对相声其实不是特别了解。听完相声之后呢，交给你一个任务，你手里有一票，你愿意把你这宝贵的一票交给谁呢？嗯，那我就把这关键的一票，投给谁？投给栾云平。等等等等，我要写这个。好，今天这个比赛结果非常的有意思啊，有几句名言要寄给大家，关于相声表演你们要记住：长江后浪推前浪，古法养生一起浪，由古法养生潮牌古力多冠名的德云逗笑社，希望你们快乐。哎，我喝吧，我干了。哎，烧饼把它喝了。哎呀太棒了。嗯，
长江后浪推前浪，古法养生一起浪。本节目由古法养生潮牌古力多大气冠名播出。有枸杞更好一点，听相声更乐一点。感谢哎，有枸杞更好一点的湘潭铺子枸杞槟榔联合赞助播出。德云相声逗你笑，穿搭高手帮你挑。本节目由直播购物平台蘑菇街 APP 赞助播出。乐在有度，乐见更好。本节目由一亿用户的信赖之选分期乐 APP 行业赞助播出。人文科技豪华 SUV 沃尔沃 XC60 一路守护安全出行。燕京优巴小度酒大滋味。本节目由好喝不上头的燕京优巴畅快助兴。说到这相声界的传承啊，我得给您多说两句。有道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句师父啊，是师亦是父，一生徒儿是徒也是儿。一场亲子夏令营，师兄弟们重走成长。所以你们现在就是以宝宝的身份出现了。还是个宝宝，我还是个宝宝。有打小不是打保龄球吗？这太像了，这个不是贼呀，这是。这是您外甥。我要知道这样，那会儿就让家里把你扔了。你知道我们既然是要成长，成长的头一步呢，就是要学走路。来来来，好。看不见。不过要想成才，必须得全面发展。鸭鸭水水，八百标兵，碰了百了碰啥鸟？欢迎来到神笔马良。现在双方特别的激烈。哎呦我的妈呀！哎呀，不是保护弟弟吗？保护的是弟弟，我在这儿啊。有点粗。历经磨练，终长成各种体悟。您请听。你给我了跳跳，你给我了跳。咱们下回分解。德云逗笑社每周四晚八点会员抢先看，周五晚八点非会员免费看，周五晚八点会员节目逗笑社相声全记录，周六中午十二点德云下班后不定期放送，周日中午十二点德云限定营业中惊喜奉献，周一至周三还有说学逗唱的哥哥们不定期空降直播。大家好，我是秦霄贤，感谢微博网友在德云逗笑社逗笑能量榜为我助力啊！这一次没有想到又得了第一名，所以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土味情话。这个是我在网上搜罗破快了来的啊，就是如果说有人吵你跟女朋友吵架了以后呢，她特别生气，你不管她说什么你就制止住她，你跟她说不许说嗯，不许说哦，不许说好吧，也不能说行吧。如果你要没有说的话，那你就说爱我吧。哎呀，哎呀，哎呀，哎。郭麒麟有一天交了女朋友了，哎，准备结婚了，要带回来了。那是他的事儿。乐意带回来就带回来，不乐意带回来就拉倒。他选一什么样的那是他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该告诉的话都告诉他了，好好过日子就得了，啊，哪个家长不告诉孩子好好过日子？但是你说哪个孩子都好好过日子了？你以为你说一句他就听了？那是他的事儿，啊，吃亏也活该，嘱咐你了，啊，至于你不听那是你的事儿，你为这个人操碎了心，那活该，那是家长又不对，家长问题。所以他带来女朋友，您不拦着，他也没带过呀。他哪怕带了一个也行啊，他没带过呀。从他十八岁之后，包括他接什么活上什么综艺，要不要说相声，想不想演戏，那都是他的事儿。我该说的都说完了，啊，之后露多的脸也是您自个儿的事儿，啊，吃多了亏，受多了罪，那活该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告诉你了，你不听那是你。
我昨天都没有睡着。我看你不是睡挺香吗？假装的。留那儿吧，留那儿吧，你赶时间吧。就想轰他走。我等他呀，没事。不是吧？看哥现在可以热个身了。我其实一直在这，特别喜欢，希望能给个机会让我等你。